好像快死掉了头。啊啊啊！干他拿健身的书哎！12点再出去，不啦啦啦啦啦，等7点再出去。感谢婷儿的20颗星星。他下午很好笑、哦，他身上有跳蚤，然后我抓了之后，就是到处就绕的时候，绕回他的房间，然后他说：“你身上有跳蚤吗？可以卖给我吗？想跟他做朋友。”啊。然后这个跳蚤是他原本我原本他就有的，也是从他身上抓到送给他的。那现在他库存有2只跳蚤。嗨，对吧？我变了，对吧？头好痛哦！我以为下午可以小睡一下，结果就睡到开台前了。原木长椅沙发。小奈安安，开心安安，贝贝安安，悠悠安安，空宇安安，还有谁？赖以轩安安，我记得有个叫，那个谁，很久没，不是猎魂，之前帮我画恐龙专门那位是谁？忘记了，完了，记忆力好差喽。那个兔兔好可怕，超可爱好吗？他也是人气兔兔哎、欸，他也是人气兔兔哎、欸，你说他可萌不？啊，我开导那个谁进来吧，放在这儿，那个小马进来吧。今天是卖昆虫图鉴的书。叫昆虫图案的书勒，就是这个。看，你看，有只大指甲蝶，可是左边那是什么？这个紫紫的是什么？小马请进，我今天蛮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就射一个气球就射到。我现在头很痛，所以我不太想动。我想点个眼药水再动，头痛。
已经半个月快过了啊，龙克斯可不可以再来两天呢、啊？对啊，书会不一样啊。我那时候有买到那个我那时候买的是杂志，然后书好像有一个是，我忘了有杂志有分呢。呼噜呼噜就是 HUYUJU， 虽然跟呼噜完全不搭嘎，没有相关。还有马田吗？啊，马田在哪里？没看到。哦，鼻子好痛。哦，马田安安。有吗 ？HU 不念呼吧 ，HO 才是吧？不是，呼啊 ，Lucas 是 LU 吧 ？l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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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哎，后来我决定想要把这片都铲平了，哎，为了做兔兔样子，我要铲平了。感谢羽毛子的20颗星星，最后还是妥协，想要铲了。哎，感觉多人不会有蝎子或狼蛛，哎，是吗？从来没有在多人遇到蝎子狼蛛过，都还是人走的时候才遇到。感谢羽毛子的第二次20颗星星，点错哈、哦！我头晕哦，头好晕哦，我眼前好像在飘、哦。但我本名卷舌就是 RU 了，卢哦，好、啊，呼卢，你好呼卢，超坏。校主谢错了，我谢错了，不好意思，看一下、哦、啊，赢啦，靠边啦，感谢赢的20颗星星，知道我现在状况多差了吧？我真的觉得再开下去，我要去住院了。我是没见过啦，见过什么？跟黄蜂一样，多人应该不会攻击性。对啊，我在想欸。哦，对，我家还有骆驼，可是我现在好懒得买了。看我身上东西没清光，我今天睡多久？我想一下哦。哎，这边本来有个贝壳不见了，哎，他这边待超久的，哎，我想一下哦，我今天睡了1点到5点嘛，4个多小时，那再来下午是。好像快2点吧，2点到7点，4小时，2点到7点，2、3、4、5、6、7，哇，总共9小时哎、欸，
果然美眉出现了，为什么没有美眉出现？感谢若言的十颗星星。今天很难逛，对吧？没有什么衣服可以买了，来买啊，来买啊，来买啊！哎、啊，你十分钟前不是十分钟前，你五分钟前就说要来，你怎么没来？在等你啊，还不敢钓鱼哎、欸！啊，我第一次问商店呢、欸，哇，我 ATM 呢、欸，哦，啊、按错了，全部。小鱼加大头菜五八九加流星雨加妹妹。哦，对，骆驼在右下角，骆驼在右下角。不要逼我写个什么大头菜600块，家里有妹妹之类的贴在地上。哪一个 T I N G Y I 吗？他叫婷儿。应该卡得住吧，他跑不出来吧。啊，不是不是，我要问。完了完了完了，跑掉了。啊、为什么刚好是挖掉你？哦，哦，怎么卡？
很卡呢。杰瑞安，真好，这时候可以看 FB， 完全没我的事情。我等一下，骆驼是很多人喜欢买，我怎么是不知道？为骆驼是没人想要买的，跟我一样。你看，你们进不来都是羽毛子害的哦。目前看到都是羽毛子在弄。花季开始在挖了，是哦。欸，那我要过去挖咯。那我就是主机放着，直接开始挖。哦，不是啊，小马，对不起，那是小马，啊。先是哪一个啊？这个，哦，是这个吗？哦，好了，我要先把这个拔起来，然后给你们玩，我去玩麦块。拜托，听说你在开挖了是吧？嘿、hey, 安安，安安，哎，安安，要挖可以挖的，耶、yeah. ！我来还债，嗯，来挖喽，还什么债？
没有，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去楼下，楼下拿了好几株铁，绝对没有。哦，那我还不从你的墙壁多挖一些东西下来？不要了，不要。我要去楼上找他啦，把他家挖一个洞一个洞的，跟地主一样，我们就可以玩打地鼠了。哎、欸，好像不错哦，好好好，我去挖，我去挖。猜猜会从哪一个洞出来呢？猜对有奖哦。以后你家就有很多的我的出入口，真的出入口，对，没有错啦。这我脑海中的画面是那个莲藕的画面，哎、欸，那很密集恐惧哎、欸，太多洞了。如果你希望那样子的话，我也是可以成全你啦。哎呦，可以啦，我这边就好啦好啦，你们要抖可以啦，30块这样子 OK 啦啊、哦，嗯。啊，太大就不太好了。就发现你上面那排30块就是满的这样。啊，时间到了，没了。我有看到哦，你们偷打，我要检举你，跟你讲。挖矿喽！挖矿。看到了蓝的。啊，有夜妹。哎、欸，大家，你在家里附近吗？我在楼上。家里附近应该没差吧？不有放猫咪啊。我在那个任务区的那个位置哦，那里就太高了。嗯嗯嗯。好，我再养一只放上去啊。是啊，今天礼拜四啊，但是今天是挖矿 day。挖矿。感谢杰瑞，不要跟他们瞎起哄啦。起哄起来。什么？你又穿女仆装了吗？我去看一下。没有啊，阿基要穿女仆装、啊，这地方哪来的风气？他们就一直在抖，一直抖，一直抖，叫他们存钱都不听哦，气死我了。嗯哼，大家喜欢你，对，不是喜欢、啊、我喜欢一个女生也不会用钱砸她好吗？他们想看你跳舞，他们喜欢看你这样，就是。你不是也玩过 GTA 吗？你也知道撒钱要干嘛？哦、oh, oh, ，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我没玩过 GTA 啊！你没有？那你不是有哎，在两棵树中间住过吗、欸？对啊，你不是车子塞到两棵树中间过吗？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完了，是这样吗？他创伤症候群了。完了，忘记了。太开心哎！有人说：“好的，我要回月球了。”我听见我的萌神月月的萌音。公仔。哇哦！标题改了，标题改了吧？我都按储存了。我游戏还没换。哦，还是 Amigo 啦，抱歉啦 ，Amigo 没改掉啦，抱歉啦。是啦，差不多啦。差不多。也是 Amigo 群啊，只是跟昨天比少嘛，少了杰瑞跟喵哈吧。对啊，可以的。要是阿米狗去，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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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错金啊！错金，你讲啥？错金啊？没有，你是说什么？没有，错什么？我是怎么飘金囊两个字啊？笑死！哇哦，这个对话没问题吗？错是扯的意思吗？对不对？嗯，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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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懂，哇哦，哇哦，怎么还在受伤？要我做 CC 的那个自动门哦，那在音乐家里会坑坑巴巴的哦。啊，你的门口那个位置，其实我没有放东西啊。哦，是啊，对啊，你门口那位置是一个空的空间。好哦，那我回去可以到深看空间够不够。哦，这样你家就真的很像便利商店。嗯，大家一直进进出出。哎、哇，更方便了。我家改的更像商店了，对。对，变得更方便了呢。有点想扩充一下自己的仓库。嗯，仓库有点满出来了。嗯，那今天比较早，
今天有人就有人偷跑啊！有人偷跑啊，不急啊！对啊，是偷八点的。我想说看到，我是说要开可以开啊，就是对，就是对。我想说看到人说今天 IP 谁开什么之类的话，我你最帅，我的伺服器我最大。好吧。嗯，好吧，好吧，好吧，你既然都这么说了，好吧，好吧，我们就没办法寄人篱下，好吧，真的，开心就好。年轻最赞，对啊，年轻最赞，对啊。等下有人啊什么？啊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什么？你欣然接受了、哦？什么东西？啊，没有。没事，天哪，几点？十点左右。你等下还有事要？可以啊，十点。嗯，你有什么事？噜噜噜噜噜吗？噜噜噜噜噜。哦，没有，今天不是噜噜噜啊，今天、哦、明天影片要弄。哦。我已经弄三天了，嗯、快死掉了。嗯，你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小雨的那个弄很辛苦的影片啊。嗯，我已经勇敢被气掉了。然后去弄，就是去看，先看一下嘛，支持一下。对。哦。他出什么影片啊？他系上的科目。跳舞吗？没有啦，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小雨唱歌啦，快点啦，去听啦，小雨唱歌啦。哦，小雨唱歌跳舞哦。没有跳舞啦，不要乱加嘛，好不好？嗯，这里啊，下去挖矿喽！嗯，挖矿喽！挖矿挖矿，我已经挖了一组半，可以还债了。挖矿挖矿，耶耶耶耶耶耶！嗯，我觉得已经不想在家里挖矿了，那边都是没有矿可以挖了。有啊，真的假的？我都是传一万格，然后突然没有乱挖了。哦，可是这样子要回来啊？对，我们可以带那个介符盒哦。对啊，介符盒很好用。对耶，我不能在中间箱过去啊，你们再放介符盒啊。哎、欸，也是可以哦。对啊，就是你要有个丝绸稿、嗯。我没有，你们有，我知道。我的丝绸稿是这你的丝绸稿到底去哪里了啊？对啊，你失踪了。失踪的丝绸稿。啊，有啦，在家里，还在家里。哦。想说怎么不见了是这样？对啊，失踪了几集耶？他一直被放在家里，我一直以为他被借走了。刚才想说要冲个丝绸稿，想说上面显示耐久三，冲下去，嗯，就只有耐久三。是啊，对，很容易。哎、欸，现在真的好容易降哦，到底是怎样？真的，气耶。白痴，哎呦！感谢豆妹，感谢豆妹。这里还没有来搞事。哦哦，没事。是啊，我的岩浆很烦。现在把装备搞到最顶级。嗯，是。你下一集再去搞就好了。下一集再去搞。嗯，下一集下礼拜啦，想做安德的那个啊。哦，你要做安德的、哦？对啊，这样修装备也方便，然后附魔也方便。哦，对啊。都清楚。好，那也好，那我就先别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好了。对啊，不然你知道我付了八九双鞋子都是深海鳗油跟耐久而已吗？会气死。哎、欸，我也付超多。上礼拜对啊，哎、欸，你那边超容易有深海鳗油的、欸，发生什么事啊？可能是因为在地下的关系吧。有差吗？那是不是要透透光呼呼空气？不是呼呼空气啊，呼吸空气。
把它挖一个洞，让它透出去，要让它那一格透。对，好像可以，我们来试看看，好，是不是效果比较好？你那一格应该是我客厅吧？看一下吧，你客厅也需要点采光啊，采光可以啦。没有人踩在客厅的脚底板啊，没有问题啊，什么问题？怎么了？这样子在客厅的客人，那个万一穿裙子的话，影院那边会不太好啦。我不会怎么样啊，你怎么？你想会就是，假如你现在看到，万一哪一天就是有女生在上面穿裙子，然后你在那边家里抬头，你看到我不太好啦。我不会每次抬头啊，不会每次抬头的，你放心。好，哎，好，-39, -62，看一下。狗爸在厕所啊，厕所更棒，有没有？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天，我要去踩一点。哦，不会啦，哈记，你的电视机的一半会被切掉而已。你看一半的电视可以啦，不要，你屏幕会坏一半，那边快要闪亮而已，甩你。没事啦，小这种东西再买就有了吗？嗯，对啊，不然我们做那个啊，露天的那个电影院啦，没事啦。可以，那种投影布幕，人家那个要卸身的时候放个超大的，然后刮风都很好笑。对啊，那上面写何老师啊，哇，哎呦，啪啪的，哎呦呦呦。哦，史莱姆卖照，还没看到钻石哎、欸，钻石、啊、真的假的？我刚挖了三颗。哈，你在家里挖的吧？对啊，家里挖的。哦，就说家里附近还有。哎呦，等一下，我的闹钟响。我想说这个声音不是响很久了吗？哦、这是要打麒麟的声音哦，打麒麟的声音。哎，你刚怕被我。被干爹拿王子打，先躲在家里。嗯，哦，钱宽安，我把稿子稍微命名一下，不然两只稿子不知道哪一只是什么。嗯，我都是拿起来挖一下石头就知道。可是这样子就会多嘿奇怪的石头。可是你可以把它烧掉啊。没有在想哦，你命名也好，你要命名陨月啊，这样不见的时候也可以。对，哦，叫大家看自由新政。谁还敢偷？还敢偷啊？领都说啊，我忘记了啦，就这样。嗯，几个唱片、啊？对，红石可以挖些了。嗯，可以玩红石。六七八九十，唱片有16种，对不对？对啊。哇，塞满一箱才10种。哦、oh? ，太亏，太烂了吧！太亏了，快把它其他的烧一烧，烧掉。我讨厌蜜蜂，所以也讨厌我。讲好像我就喜欢你一样。对啊，你有想过蜜蜂的感受吗？哇，真的是，你就觉得蜜蜂也喜欢你吗？少我感觉良好哎、欸，真的是，哇、哦、天。没有，我就说我最近要走一个超级尖酸刻薄的路线。尖酸刻薄，怎么了？对，我要走一个尖酸刻薄的路线，这样会吸引到奇怪的观众哦。对，没关系啊，至少他们对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定位自己比较了解嘛，对不对？总比那些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的人。可是看着也才会是啊啊那种的、欸，对吧？哈基，把他们砍掉啊！哎，到时候我送你高跟鞋，快踩我！不要给我钱，给钱，给钱！我给你钱，请你踩我。嗯，不行，我才不要出门呢。那我去你家。你是变态吗？我们警局告你哦。没事没事没事。梦到。没事。钻石，钻石，亮晶晶。不知道为什么的荧幕还是怪怪的吗？就是怪怪的，然后黑色太黑，超级黑。哼，对比太高。你是饱和度吗？拉低了啊。是我荧幕没有饱和度可以调啊。
有明度亮度饱和度吧。荧幕本身不是可以调吗？对啊，通常会有吧。它通常会有一个对比跟那个饱和可以调，就是纯荧幕的。有对比啦，然后对比我调低一样，还是就是荧幕很黑。黑。嗯。这样你神奇。对啊。知道。乖乖的。我从 OBS 看出去的画面是很正常的。但是从我自己荧幕看到，就是那种恐怖游戏。有，那就是荧幕显示的问题。对啊，就是不会调。是，可是，在电脑我那荧幕坏掉之前，那个怪怪之前都没事的。哼，一定是谁带坏它？不会那一次出问题了吧？就你母亲节之后那一次不是吗？哦，有可能。嗯啊、某些设定跑掉之类的。确定。确定。怕。大家说他竟然在怕什么？就那个而已啊！不要，那前面好恐怖哦。天哪！垃圾看到你们都没看过的东西。看过什么？好啊！我不知道。我跟观众聊个天，就听到惊讶的东西。什么？什么？竟然看过什么？我看到奇怪的东西。什么奇怪的东西？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你穿裤子的月月。啊！哈基，你怎么把自己的喜好讲出来了？没有啦。你怎么可以？我传送一万格。好。虽然我按了才讲。好。哇，你按你唔汤哦。哇，你这样不行哦。像我们要听你解释了，对呀、啊，听解释，听哈基解释。哎呦，怎么他怎么样？他不解释了怎么办？谁解释？他不敢解释。哦，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啊，我真的晚上有偶尔会看到没穿裤子的月月。谁？没穿裤子还好吧，有穿内裤就好、啊。哦，对对对。别穿内裤我就怕了，让你见识看看。哇，这个 Q 波。月圆升起。我们这很多绿宝石的、欸。往高山呢、啊？对啊，超多。你想想，一个绿宝石挖到绿宝石比钻石还多哎、欸，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哦，说看到神怪砖了，对，毒蜘蛛，毒蜘蛛，你散啦！我听成这个、欸，嗯、啊，你听成什么？听成什么东西？我在打，毒蜘蛛，毒蜘蛛，毒蜘蛛，哎呦，我想说好像有点好吃哎、欸。对啊，这样子我等一下回去的是不是我要走很远才回得去啊？你回家就好了，直接 kill 啊！啊我不要，可以用魔法回。嗯、啊，直接魔法就好了啊！我可以帮你啦，我不要。他可以过去用魔法帮你。过去还要用魔法吗？过去用魔法棒棒。哎呦，哎呦，要修啊！钻石颜色的魔法棒棒。钻石颜色的魔法棒棒。好好哦，那我也有钻石颜色的魔法棒棒。那你们要互相互相吗？你说的，我自己嘟自己，自己嘟自己。你喜欢自己嘟自己哦？哦哦，哇，你嘟得到、哦？怎样才能自己嘟自己啊？教我，很厉害。听说这是每个男人的梦想。What the fuck？ 听说的啦，我不知道啦。哦、oh, ，真的哦。我是嘟不到啦，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啊，嘟蜘蛛，嘟了，嘟蜘蛛，嘟下去了，嘟下去了。我到处都有嘟蜘蛛，我只往下挖而已。哎，太夸张了，一往下挖就是废矿，太夸张了。你又在真男人了。哎，上面还是，等一下。差不多吧，嗯、跟月月斗剑。等下那个剑哪里怪怪的？什么剑？没事，
魔法棒棒。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干嘛啊 ？PVP 打架有很可怕吗？不会吧？可怕啊！我剑好像可怕啊！我怎么想到那个剑打在脸上的画面？天哪！哦，好恐怖哦！哇哦！准备物资下去挖矿，准备吃的。哎、欸，怎么好容易饿哦？怎么会？我带了一组的食物出来，所以还行。可恶。对，最近肚子很容易饿。你是说现实吗？对啊。你还在发育啊？哦、还在发育哦。对啊。没事啊，没事啊。大了，不要了。可以啦，还在长，还行啊。对啊。不行啊。看这个题啊，挖。至少要挖个四五组，不然不够你用是吗？对，你没有不够我还债哦，罪孽太深了。对，哎呦，不然最近这个邻居感觉快发现了，没有你自己自爆料了。对，邻居反而没感觉的。我把这情况好像有变少，但是嗯，应该是我错觉吧。然后就自己讲出来啊。我是有良心、有良心的好邻居，受到内心的谴责。啊，这里吗？太可怜了。我觉得不用附胸甲，胸甲不用附太，反正后面都是带翅膀，嗯，飞来飞去啊。对啊，对耶，嗯，我的小经验，35等，好，再去附看看。这里，太久，太久，不要，太久 ，no， 毒他，毒他毒什么东西？内心的声音。深海鳗怎么了？耐久三对不对？哦嗨，我以为是主人回来吓死。没有啦，他还在外面，他还在野外。看什么东西？我在看他，我在看他，看他用砂轮把经验磨掉之类的。没有。哎、欸，对耶，砂轮可以磨，对耶。对啊，你就可以不用白做装备了。点点对耶。砂轮都摆好在那边给你们用了，还不会用哦哦哦哦哦！等一下，我只是从我家走到哈基家又饿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好容易饿哦！你怎么那么饿？有这么远吗？哦哦哦！锋利四弄出来变锋利四击退二。很少这人三耐久三哦，很久没弄到那么爽的、哦、那么多东西了，行还行，可以可以。哦，那天可能观众叫我去那个、啊，因为有人不是有那种程式可以用那个把你的附魔勾一勾选一选，然后叫你 Q 个几个东西，然后就可以附到好东西嘛？有个程式、嗯、叫我去宰那个，我说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就是要一直赌到耐久三啊。对啊。我就是要用很多耐久山，怎么样？我就是靠本事，靠我自己的本事弄到了耐久山啊，怎样？哦，那迪叔好了啦，迪叔，迪叔，叠叔，叠叔、哦、用叔来叠你父母，可以啊？你还迪，你还迪叔？哈，你还迪叔？迪叔，哎，我是迪叔。要不玩游戏哇？比谁挖矿多？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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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轻松生存，今天没有任何主题。嗯，对，今天就是只是来挖挖挖挖挖，就是来补一下资源的。嗯，很久没有挖矿。哦，换雷！哎呦，感觉换雷是啥？父母啊，要下雨天不是吗？的哦，那个，哎、欸，是什么三叉戟的？三叉戟的。感觉生存用到三叉戟真的不容易。你要做那个、啊、城市的升乖塔、啊。嗯。嗯。动力铁轨这个应该用不到吧？就这样。
要的时候再自己做就好，这个草地我也不要了，丢掉。好了，箱子收起来，给你弄一个，厕所弄个马桶，可以丢垃圾的马桶。哦，然后丢到月月家里面。哇，然后你就发现都被开动哦，你发现你的家突然多了很多可以丢垃圾的地方。哈哈，很棒哎、欸，到处都是到处都会丢哎。对啊，这梦寐以求的，你要不要？我帮你做。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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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哎、欸！别人想要还没有哎、欸，这个哎、欸、太棒了，这太棒了，不需要不需要。太客气了，是。对对对。对耶，这毒马铃薯现在还在收集耶。你那边几颗？26颗。我那边有19颗的样子吧，看你要不要拿去用。耶！解任务，不然我觉得不知道收集到什么时候，那个任务卡在哪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开放那个啊，毒马铃薯可以抽奖啊。哦，好啊，那你之后就是欠我190颗。哎、欸，有没有很赞？没有没有，我没有拿，我并没有拿，我没有拿。他还没拿，还没拿。发现利息太高了是吗？太多了，太多了。可恶，我太早说了吗？可恶。我要等他拿去交任务之后再跟他讲。对。啊，我只觉得蝙蝠会遭殃而已。怎么了？然后他之前是用蝙蝠。对，我以前开伺服器，然后繁星也来里面玩，然后那时候我是自己写插件，写那种什么任务插件之类的。啊，那时候写插件说打蝙蝠会掉抽奖券。哦，对，啊，你要去做蝙蝠的制造机器也不好制作，这样子。嗯哼。今天就走4个人。4个。4个人。嗯，也不。不知道，搞不好人家搞不好突然有空就跑进来也可以。哦哦，怎么了？嘿、欸，我在合成我那个合成台，然后突然是苦力发跳到我面前，嘿，然后、哦、然后我就把一个木头丢给他，然后来炸掉了吗？爆掉了！哎呦，你讲我旁边一次苦力发、啊，超恐怖的。吓我一跳，他突然跳我面前，我在合成一半就把木头丢出去了。等一下，哪那么多只啊？又来一只。所以你刚刚吓到的反应是哇这样子吗？哇哇哇！哎呦，哎，你不要再讲了，我旁边一直有苦力怕来炸我了。我已炸两次了，天哪！对，差点忘记把马铃薯送回去。哎、欸，泱泱前面是怎么回事？你说酱油头那个吗？那地板那个草茎呢？怎么自己突然长回来了？我把它挖掉了，把它挖掉了。海盗还怎样吗？记得草茎呢、欸？草茎会变回来啊？不会啊，草茎。草茎是就是铲子挖掉不是变草茎吗、啊？那个草茎刚刚看到有几个，好像不知道是长回来还是怎样。不会长回来吧？就把它挖回去之类的。我不知道。哎、欸，这水也太高了吧！我在这里，掉。种田生活。挖挖挖挖！好多铁啊、哦！其实铁还蛮容易挖的，超多哎。哇，超多。嗯。挖多一点啊、哦哦！好。我没有什么需要铁啊。那什么问题？后面用到铁就只剩下漏斗跟那个啦，比较少红石的东西。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需要大量漏斗。要铁的用量还有个铁个啦，嗯，铁的地图啦。哦，指南针哦。对，哎、我不会说外面那些地图都是。哦，难怪。那你要不要养个图那个啊？什么地图的？养地图的。可以买一个地那个啊，养个地图的商人啊。哦、
对耶，他可以用很便宜的绿宝石就可以换到地图咯，哦，指南针咯。你用不到两灯。对啊，有两个还没定位的吧？对啊。你家里有地图师吗？没有啊，没有，没有。他没有制图师。哦，制图师也可以用那个绿宝石换书柜啊。那还挺慢。那、啊、看你要不要？村民真的是，嗯，真的是很爽。用村民来爽物资、啊，爽、嗯。就只是后来这个版本就他没被僵尸咬过，会很贵而已。对。那你就让他咬一咬，然后再把它换回来。对啊。这有点坏、欸，就故意设计一个陷阱这样子，然后就哦，我救了你，你要感谢我。就岛民啊，把他推过去。太多苦力怕，受苦力怕升怪砖啊！哦，苦力怕没有升怪砖，棒哦！你那边比我那个升怪塔还有效率耶、欸，很可哎、欸，这好可怕哦！一个转头就一只，再转头又一只，好棒哦！一只又一只，真的，我觉得害怕。对啊，我觉得比起矿，我觉得我们的树比较缺。那个，再去挖。什么哪一种树？哎、欸，今天是真的苦力怕很多，是不是啊？我挖开一个洞，三只苦力怕直接在那边。苦力怕加倍中吗？哇！现在是苦力怕加倍中。卡池哦。苦力怕加倍中。嗯。卡池加倍。哇！有到几点吗？去多收集点火药啊。要飞了，对啊，对耶，火药，对耶，还要靠那个有拿到翅膀去找更多翅膀来给我们。对，这是怎样？明天下一次应该我去找翅膀吧。嗯，帮大家把翅膀找一找。difficulty 为什么升怪装这么高、啊、？difficulty 为什么变得简单了？怕才对。我难怪旁边我刚炸两只。那怎么简单？我会这么饿？那困难不是饿死了？你走到你家就饿死了，走过去跑十度就没了。我从我家走到紫禁那边就已经饿了两个了、欸，这样子吗？两个鸡就饿死了，饿死在半路上。好恐怖哦！我怎么蹲着走？是不是？你怎么死了？不，我饿死了。确实。你想像走一格吃一个肉吗？天，走错了。怎么都饿了？哇，中毒了！哇，你要回家了？吗？而且才刚调完那个不是吗？哎、欸，你毒、嗯，你好不毒哦？怎么会？啊，我怎么又饿了？对，你怎么了？今天饥饿值加倍中哦。你只有我哎、欸。哎、欸，不是啊，我点到跑酷的按钮了。我传到跑酷区了，跑酷喽！不要，暂时收起来。啊，煤炭拿来做煤炭砖好了，先做一做。苦力怕狂欢节。有没有压缩鹅卵石啊？没有，鹅卵石很多哎、欸，多、啊。之后考虑。我说变成附魔样子的鹅卵石哦、喔，那种压缩鹅卵石，你只要放出来就没了、喔。啊，我没事，可以啦，又是生块砖。谁偷笑我？在哪里？哪里？哦，钻石字马凯，碎啦！哦，转哦，哦，你在底下。啊。TP 咯。这废矿很容易就遇到那个生怪砖。跳动。为什么我都没？哎，不是我。Tape 可恶，没看到。没有没有，绝对没有87，绝对没有，没事。看来是废矿，怎么可以发生？我待机。可恶！竟然没事情，可恶！没事，我有效率产餐。
哦哦，吃到吐了是不是？吃到沙了？没有，没吃下去都不算。哦，还有呢？是，看来是塞在嘴边哦。对对对对对对，怎么又有这个？等一下，那真的该逼你吃了、哦。哇，又一个生怪砖，你太近了吧，两个。哦，对，我、哦、没事，都是僵尸的。上次遇到一个在废矿的生怪砖，绕一圈、哦，没有绕一圈，你原地站一圈，在中心点附近有五个生怪砖，也太多了吧？对，超狂的哎、欸，五个哎、欸，对啊，两个毒蜘蛛，然后两个枯工，一个僵尸，哇哇，哦，绕一圈回来哦，好像是在巧克白伺服器遇到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有人是直接拿那个。那个生怪蛋直接这样子弄，就那个牛的生怪砖那边产皮革跟牛皮，没呀、啊？牛肉跟皮，对啊，夸张。哎、欸，那个什么经验是怎样放啊？嗯，什么经验？就是经验熔炉吗？度啊，你就是不要让它烧好啦，不要领出来、啊，不要理它，你给它烧。对啊。你有听懂吗？没有。好，就是你的炉子的上面就放你要烧的东西，给它一直倒下去，旁边就放燃料，一直加燃料，然后下面就放要倒，就是把东西倒出来，然后你就让它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里面就会囤积经验了。然后你要把它领出来的时候，你就让它里面卡一个东西，你可以拿，你把它拿出来，它全部经验就一次喷给你。简单来讲，那个经验是隐藏数值。嗯，然后你就是正常嘛，就是我们不是漏斗那个把熔炉下面放个漏斗去倒下去继续烧这样子，你就正常盖。嘿，然后等到你想要取经验的时候，你在熔炉的下面的那个漏斗充能它，让它不要往下吸。然后你熔炉不，你先听我讲，你就是要想办法让熔炉不要被下面的漏斗吸掉，要么你敲掉，要么就是用红石充能它。嗯，那你这样熔炉不是里面会有做一个自动的那个自动熔炉嘛？上面放漏斗，下面放漏斗。正常的时候你是这样用嘛？但是你就是一直放，你就不去领它的话，它里面经验值就一直累积在里面。当你要去领它的时候，你就是把原理是这样子，就把下面漏斗把它打掉，然后你就自己手动去领熔炉里面的东西，它里面的经验值就一次领出来了。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不会打掉漏斗，就直接用暂停的方式，反正就是自己去领那个熔炉东西。嗯。稍微不要让漏，不要让漏斗吸出来，让你手动去拿出来，这样就经验就会掉出来了。对，嗯，懂吗？好，来重复一次，所以来，请上台讲一次。我不懂，你不懂，我不懂。原理是这样啦，你在烧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经验值嘛，你知道领出来就有经验值。对对，知道吧？对，到这里我还听得懂。对，那再来就是说，你要把它自动熔炉一直烧一直烧的时候，里面经验值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嗯。但是就是通常东西就一直被吸走嘛，所以它里面就是会不断的一直烧，因为它东西又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烧。那你想要领的话，就是把它先暂停，它不要被漏走吸走。就是说里面会被塞满这样子，就是六四格塞满。总之你要拿得到东西就有经验了。对，就变成是手动吸，手动去拿，手动去把最后，嗯，对对对，你要拿经验的时候再手动去把东西领出来，只要拿一个就可以了，嗯，他会把你所有的数变领出来。漏斗它有一个两，应该说它有两个格子，一个是经验的格子，一个是道具的格子。那漏斗只会吸出道具的格子，你经验的格子东西会一直卡在里面，嗯嗯，对。没关系，我不懂，反正我在躲夜妹，我在躲夜妹，不要看我。好，有观众说，就很像是急了很久的尿，突然找到厕所可以一次解放这样子。对啊，就是我放包的那个状况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所谓是什么，最后要留一个把它拿出来，这个意思是啥？就是你要手动拿东西的时候，经验才会出来。漏斗吸出来的时候，经验都是不会出来的。你就是就像你平常烧东西从漏斗拿出来，不是都会获得一点经验？那就是你把漏斗把熔炉里面的经验给清空了。因为你有手动领出来这个程序。对。
懂吗？没事，你做一次就知道了。嗯，对，你做一次嘛。来，你来云月家熔炉这边，我教你。我来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家里我家有了，我家有，这里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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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我用这个就好了。是的，小雨你在哪？在云月家。哦，那你上来。啊、直接在我那边也是可以啊。没有，我没有要领啊，只是示范给你看看。哎呀，你的，好好好好好，哈基家的厕所，不知道为什么要盖这个，就是。你看，这是我们正常盖法，对不对？它就只是往下倒。嗯。那你现在如果充能了这个红这个漏斗之后，它就不会往下吸嘛？不会往下吸，漏斗里面对吧？熔炉里面就会有铁了。嗯，它就会卡在里面。对，卡在里面，你这样领出来才算有经验值。反正就是要让它就是东西不会到漏斗下面，然后拿出来。对对对对对。嗯。那你看，借一下这个拉杆。What the？ 这样子。你看哦，看漏斗，它里面就有东西也卡在那边。对，这样子拧出来就有了。哎、然后还哈基那个马桶杆，马桶，他这直接拔下来。啊，那个就对。对啊，或是你要让他有办法，有办法拧到东西啦。嗯，反正就是要让他东西卡在那个漏斗里面就对了。对，你要领的时候就让它卡在那边，你自己手动领一个出来。对啊，其实就只要你那个抢的比漏斗还快，拿到东西你也可以直接把熔炉的经验拿出来。嗯，只是可能观众会问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用个控制杆或压力板就好了？高科技，这就是要去理解它才会懂，不然你真的不知道在干啥。真的熔炉不是啦，苦力怕加倍中哎，熊猫管成苦力怕哎，哇哦哇哦哇哦，薯条哭工的声音，青金石没有青金石，我等一下用挖的，我没有把它放进去烧。青金石要烧？青石干嘛要烧？没有，因为我身上全部都是原矿，原矿我帮你挖了。我没有看到我挖在身上，他们以为我是要那个，通通都拿去烧。拿去烧，只是烧一个出来。对啊，对啊，用挖的可以挖很多出来呢。没有用挖的啊。有。要挖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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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题。多很多。多多啊！你勾起我的好奇心。不用担心，我之后未来需要提的这么快。不然你盖个铁巨人塔啦，啊，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对啊，所以我是想要去最近的村庄去用地狱门引回来啦。哦，对啊，然后我会先把小雨楼下的地狱门先关掉，移到楼上来。嗯，呵，一万个。我只知道我挖了很多的煤炭而已。煤炭好啊，我煤炭已经有一组多的砖了。哦，哦，太多了，得出去挖喽。剑斧里面的东西不拿出来。剑斧盒？有啊，我早就拿出来了。妈，这是空的哇。一万个传送 ，Go！ 传，传，这里是五千四千 ，YT 卡卡已经是常态了。你去骂他。对啊，写信去跟他讲啊，快啊！一万个在，写信跟他抗议啦，最近都怪怪的。哎、欸，派奇流，派奇流。那、啊、怎么一万个传到？加起来才五千公，一万格内哦，好多狗狗，一万格内算是一万格的随机一个地方。那对对对对对，害我很失望。怎么那么近？怎么那么近？哎、欸，那个按钮按下去，有几率是在家里里面哦。哇，中大奖哎、欸！下去直接我怎么还在家里？那对，一万格内，对啊，是一万格内，没错，在家里。
少借他啊？来掠夺烂东西。哎、欸，那你要不要在那边设个坐标啊？这里很远呢、欸。因为少界塔可以引发那个啊，引发突袭耶、欸。哦，对，然后如果我们打了累积到那个不祥之兆5的话，嗯，那个是直接半价哦、喔。直接半价什么意思？半价，半价，商人，商人半价。哦，就不是你，不是你管的商人会直接半价。这样你也可以享受到半折、oh. 那个半价的那个经验修补。哦、oh, 啊，变成英雄，村庄英雄。嗯，这里哦，我们家附近那个塔是被我们挖掉还是怎样？为什么塔？我们家附近有塔？有塔吗？不然为什么我们家就会出那个啊？没有，那是随机、啊，跟旅行商人一样啊。哦、oh. ，对。打架，打架，打起来，打起来！他们说一直升，一直升，是不是？对，那个塔就是他的升怪区，就跟圣海守卫类似啦。嗯，所以我才会说那边可以设个坐标，或是盖个地狱门走过去。如果你说太远，那就坐标好了。啊，对啊，那很棒哦，因为你杀他有那个。不死图腾不一定要靠那个啦，宅地我们可以靠那个突袭、oh, 因为 后面大家其实都已经不拿盾牌，是改副手拿那个不死图腾，然后就拿乔治加不死图腾，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玩了。哦、oh. 反正我们也不习惯用盾嘛，对不对？不要超级留言的啦，感谢你们，感谢。嗯，这样哈基会害羞，对啊，他会担心你们养不养活自己。哦 no！ 我刚打了一只，有不祥之兆，然后我现在在村庄 ，no！ 好，突袭了，珊瑚，快要玩的快过来，有没有丝绸之处？等一下，小雨你有吗？嗯，那我先叫小雨过来好了。啥？我要借你的珊瑚，不是啦，我要借你的丝绸。哦、oh, ，有啊，我来了。哦、oh, ，那你去挖。来，哎、欸，超少见的哎、欸，我你 TP 挖。嗯。哎、欸，好大片的珊瑚哦、喔。咚。因为其实珊瑚可以复制 TNT。哎、欸，珊瑚啊，那边有鱼吗？有啊，这边是热带海洋啊。那等我一下，好吧。你要做大量的桶子。我要对啊，我要做。好，在哪里？杀掉，杀掉，下一波。你们不要比较注意的是那个啦，幻魔者的脑鬼，那超痛，是这样。嗯嗯，我剑石没有带很多哎、欸。他今天要没有剑石吗？有，我丢一个就好了。无限，可恶。哦，好你这么多只啊？很多啊。他总共几波？五波是不是？困难是七波，所以两个人会打很久。哦、我等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有铁巨人，来了。而且铁巨人超弱、哦，是啊，蛮强的、欸。那个后面，哦，铁巨人会被虐。下一波，准备下一波。啊，没关系，他被打死，我们可以捡铁。哦，哎、欸，好。不行，我要设这个坐标。我还是我设热带海洋针坐标好了。山在那边，这个方向。珊瑚的坐标。哦呦，牛哦，牛了，战牛了。这边多少？啊 ！F 三。呜，走喽。14034。牛死了，牛死了，牛死了。哦，牛可以。拿到安呢、欸？对，是了。所以其实安也很好，算很好取得。嗯、安很多。三啊，对啊，钓鱼就可以拿到了，对啊。对啊，我家有很多哎、欸。哦，然后酸也超多旗帜的，之后旗帜后面全部扔光了。那边。哦。
那、啊、要有换魔者跟那个才会有那个哦。那剑士快完了。你要不要挖一些这个走啊？哪个？珊瑚啊。在抓鱼。好吧，我看到的鱼都抓一只。哎呦，那还是不需要啊，不需要丝绸哦，白痴哦，我拿到幸运。对啊。我带起。剩余敌人一个。女巫，我有差点杀你。他那个，哎呦，知道了。叮，我听到叮的一声了，有点痛痛。最痛痛。强力四啦，强力四。那边。打打。方向。嘟嘟。哦，哎，我你挠，龟，挠，要壁咚啊！那我抓一只这个。哦，等一下，你妈呢？欠抓的。哎呦，快速上前啊，没用。老鬼，抓过你吗？过来。哦，老鬼嘞！哎呦。哇，走太快了吧！这个，他死！是啊，正下面的牛。哦，牛！你要看我，你要看我。好了，还有一只，那边有女巫，那边有女巫。那，再竖过去。哦，看到了。哦，啊，我剑只剩一根，完了，哇，进站了。哎、欸，小雨，我先回去了。好。啊，怎么回去 ？K 哦。剑士，我这里只有三根。三根也不够啊。进站，只好靠近站了。很痛啊。可是有点痛。小雨在哪里？啊，我在海里。我想说带点那个很像沉浮的回去。哎呦，痛！一带，抓核桃。干嘛？海鞘。哎呦啊！老鬼，老鬼打得好痛。可笑，死了。OK， 下一波来了。有没有可以回血的？有，给你两颗。好。苹果。哦。这时候又晚上了，有点恐怖。哦，牛，这个需要支援，哎、欸，不对，这是丝绸之处哎、欸。好了，我预兆差不多了。嗯。他是卡住了。可是，请问你们那个地方安全吗？我可以。安全 ，TV 我安全。好。啊。吧，对，超安全的，真的超安全的，你啦，骗子，你这个骗子，哦，牛，哎呦，牛总撞我，我靠，哦，痛，我靠，是，你笑你，他们算不死生物吗？他们算不是不死生物啊。啊！牛在撞我屁股！哦，哎呦！再挑一只牛！哎呀！哎呀！哎呦！蚊子一直咬我，快被蚊子咬死了！太多脑鬼啦！哎呦！等一下，我先退一下。我在射牛。好，有事。可以了，脑鬼，可以了，你可以死。他进头爆了，我头爆了，对，头爆了，没有剑，好啊，哪个剑士啊？我只有一只哎、欸，我都是那个无限啊、哦，好吧，哇，你可以回去拿剑士了，别担心，我来了。
我刚好换一把剑。后面后面哈基后面太痛了吧！臭牛臭牛，剩余人数两个，这只牛上面的。他被打伤树上去了。有僵尸乱入，僵尸太多了啦！胜利！打完了吗？打完了。哦，好，那我就不用过去了。啊，村民可能会给东西哦，都会给基础的东西。像那里的村民。对，像可能会给个书啊，一个石稿啊。我靠！怎么听起来不怎么样？然后锁链鞋啊，天气好棒哦！小雨，我要回去了。在怪他。哦、oh. ，嗯，这是谁新弄的？好像杰克是不是啊？你是说你深怪塔那边那个吗？对啊。杰克啊，我救了你，谢谢你。Oh. 马上就回血了。谢谢你，你的头爆了。呜呜呜！我要去想办法再弄个帽子啊！可以给你买那个钻帽。好，我直接去弄啊！等一下、哦，那个熊熊，你去哪里？嗯、那边比较近吗？我只是逛逛而已，逛逛而已。哦，我是说，音乐。嗯，你那边比较近哦。我回家。No， 我回家先放东西啊，但身上东西好多。No， 我去做帽子了。耶、yeah ，我是英雄。那这家里的那个村民会有影响吗？有影响。哦、oh， 。那去买帽子。帽。可是你那个好像只有九折哦。哎呀，这鸡真的越来越多了耶！你那边到底怎么了啊？没道理啊，这些鸡为什么会自我繁殖啊？对啊，他们照理来说不是应该会到一定数量，还是说鸡会挤上去？不对啊，怎么可能？你是说发射器往上射对不对？对啊，我本来那时候在这样猜，但我只是猜猜。下面啊，这个鸡会不对，推挤的话应该是往上就把它挤到，它就直接死掉了、啊。对呀、啊。为什么机会越来越多？啊，我买经验修补了。买？楼上还有吗？没有被买光。嗯，跟村民买。哦。就跟村民买。哈、啊。那我们不能越买越便宜。有吗？有比较便宜啊？有，超便宜。有啊，他买比较便宜、啊。云是用钻石买的。你钻石也比较好挖到吧？你要用绿宝石买也是可以的。嗯，绿宝石比较多哎、欸。啊，你买好，你买好头了吗？还没。哦，我买了、哦。是那个、哦，可是那个十二个绿宝石哎、欸。我买一两个而已啊。啊、那你帮我买。你要一颗头而已哈。对。好。一颗绿宝石而已，来给你。哦，你要去磨掉哦。去投票。磨掉。沙轮磨掉、哦，你要去投票，哦、记得投、哦，是没错啦。投票是没错啦。我不小心按到虚浮头了。你买了多少本啊？你买了多少啊？楼上要补货喽。我帮你，身上我可以放了，身上可以放了。哇，我买了十二本。我可以帮你放几本啊？你可以放我身上没关系。你可以先走开一下吗？对，我等下。不是，我离开我的。绿宝石它就会喷出来，对啊，就我就可以吸走啊。你不怕你的家变成都是坑坑洞洞的吗？不要。哎、欸，这个坐标可以设定一下吗？还是我去设定？啊、你设定啊，你设定。好。等一下，书本捡不到了啦！哎、欸，书本满了是不是？来啦，帮你运送。蹲着走进去。啊，对，可以蹲着走进去，忘记了。我都忘了，不愧是蒙神月夜，都忘记了这件事。不要，我他家好，没问题，没问题。
No. 我要逃家，我要逃家，我离开那个门，不，我要逃家。哎、欸，逃家！我逃家，我逃家。没事，走了，死了，死了。如果没有没有到隔天这样子就不算，是不是？隔天，隔天什么？夜妹啊，嘿，躺一下不算啊，躺一下不算。哦，嗯，你忘记了吗？你因为其实也是躺一下。啊，对哦，对哦、嗯，我明明就有睡，要大家一起。啊，我躺着了，我躺着了。啊，我也躺，我也躺。啊，要睡啊！啊，要睡啊！要睡哦，不是很远吗？我跑回去。哎呀，嗯，啊，你又卖一本多少钱啊？五钻，哇，这更便宜了哎、欸！降价了，变十钻呢。上一次就五钻了吧？我不知道，上次是我在帮你推销，杰克帮我代购，还没推销钻石，他已经忘记了啦。买钻石，他已经忘记了。我觉得用绿宝石换钻石会那个比较好啦，换数啦。哦，反正后来绿宝石因为没啥那个，对啊，因为绿宝石真的太好拿到了。我现在钻石也好几组，其实也没差了啦。那你只好送给我们了啦。哦、安静。你这个人每次都对我乱乱来，我到底要跟你说乱乱来？我没有乱乱来，我是好邻居。哇，感谢大大。哇，你正在跳舞了、欸。他每次都乱乱来，到底要不要给他认识？我才是乞丐职业。我对啊，你看分工不均哦。我们都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啊，我知道你当什么了，我来当大厨、嗯，来帮大家煮东西算了。提供食物，定期提供食物。反正我家都 seven 的嘛，对不对？大家都进出我家了，我就放一个箱子，没食物自己来拿这样子。哦，就发现你们骨肉骨头什么的，吃剩的鸡骨头。我要去看鸡。感觉今天修补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一次都买这么多本。对啊，最后用到就只有几件装备啊。这怎么是衣服？哎，为什么？啊！我知道为什么小鸡会这样子了，我目睹到了。是什么？来来来来来，你们过来，我解释给你们听。好。顺便带一个玻璃过来。小鸡从这旁边走出来啦。走出来？这个玻璃走出来。嘿，然后我刚刚就是在这边晃来晃来，这边这边这个玻璃这个玻璃。外边没有玻璃了。对。哈。这个不然就补个东西。那个玻璃怎么不见了？好像是我记得我敲掉后，我补回去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走出来，可是他自己走进去里面，是不是？对，他走出来，然后就到找母鸡嘛。在外面，然后又掉进去，是不是？他去找妈妈啦。对，然后哦，都市传说解开来了，耶、yeah, ！还好我目睹到。我刚想说。我来看一下小鸡为什么会这么多？哎、欸，没有啊，你解决掉了嘛。然后走下来看到怎么四只小鸡，应该是射出来同时四只，然后排那个就很像小鸡带母鸡这样子啊，母鸡带小鸡，它会挤出来，然后就往对走四只走出来，然后并并排，然后跳下去。天哪，好可爱的！妈妈在上面，它就走过来跳下去了。对，感觉很可爱哦。因为现在的动物会有跟着妈妈走的习性。嗯哼，终于发现未解之谜。哎呀，希望以后不会再暴增了。真的。哦，之前那个增暴增也太多了吧？对啊，好多。哎、欸，很，这画面是很帅。哦，补起来是不是？补好了。我补起来了，我补起来了。我身上刚好有玻璃，我就多。嘿想说到底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嘞？嘿嘿，终于解开了，便宜蛮多的。嗯，装穷的。
九个粉可以换一个绿宝石。你这里有没有中介箱啊？你要中介箱你家不是有吗？啊，你这里没有啊，这样我还要到火球要我家、欸。你真的是乞丐哎、欸！跑去别人家还要闲呢、欸。对啊，没有想到这里这么方便啊！你家没 WiFi 没第四台哦。没有啦，升级一下。我这下载速度很慢呢、欸，你要不要去升级啊？哦，真的是，超慢的啦。能忍啊，是我就忍不了了。找别人家用免费的还是闲的？哎、欸，真的，这种真的是很夸张。嗯哼。咦、欸，我的帽子哦，好好好。谁偷开我的接符盒？看一下，怎么会是粉红色的？好奇一下。哦、对啊，没有粉红色。因为我拿不出其他颜色，我就是各种颜色先做一个啊，这样子我比较好分辨什么是什么。哦哦，所以其实是想要粉红色的。对啊，你喜欢吗？哇！啊，这句真的很猛，都零确诊。对啊，很棒哎、嗯！可是我就是担心台湾人会一种心态，就是自己当医生。哦，对，真的啊，没事的，没事的，口罩不用戴了之类的东西了、嗯。哦，病都好了，不用再看医生，不用嗯，咳嗽都好了，没差了。对啊，这种最恐怖，真的是很多都自己当医生。对啊，对啊，说啊，没有症状了啊，要医生多开了，不吃了，不吃了。嗯，很多人讲。可怕，我觉得那样我都觉得你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去吃药，你懂吗？嗯，因为你要吃一半更惨，就好又没有全好，就是在卡在那个位置，很容易你吃到一半，然后变成那个药后来有抗药性，在你身体里面产生抗药性。对、啊，嗯，对啊。哦，这锄头到底是要留还不留啦？哦，不要留了啦，可以留着啊。你可以放在一个某个地方把表框起来啊，看累积有多少那个锄头是。你可以把每种工具你没有用到就把表框起来啊，锄头几根，然后那铲子几根，不用的镐子几根，这样子、啊。你看你家可不可以做个那种特务的一个小密室，一打开之后一个自动门了吗？那里面都是锄头，你收集过的武器。那个像那个钢铁人的那个装甲房，对啊，看起来就那种，人家都是装甲，你看一下全部都是锄头，天哪！我、哦、好难过，很屌呢，很厉害耶！那我把这厕所改造一下好了，要不是锄头不能染色，就让你染那五个颜色了。然后我被追杀。感觉黄金也要多挖一点、欸、之后如果要吃金苹果什么的蛮常用到的。嗯，啊，所以我们没有租人塔、啊、嗯，对啊，不是目前不太好盖啦，因为之后会刷，对，還那个我也是说晚一点再盖会比较好。你要什么？好，我要先过一再看他。对啊，我要他。哎呀，繁星，嘿嘿嘿嘿嘿，可以再帮我买一整套的钻装吗？好啊，反正四块钱。哇，细抠，你给我四个铁就可以给你了。我给你四个绿宝石。好，这是炼金术。好猛哦，这个我们就不是等价交换的吧？对啊，商人炼金术，这是报恩，报恩之术，我来了。所以才会两个会搭吗？那个什么两个超会搭，超会搭。你看，我说两个会叠加，我丢东西给你。那我是英雄啊！我刚不是有讲丢这个啊？哦，应该都会玩。有位，我也要来给东西。我是英雄，给我六等就不给我，给我东西。哎，他不理我哎，不一定会马上给啊，来了。哎、欸，我又买了是基本的今天修补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多啦？啊？你要他跳舞了，他跳舞了，我也要。
大家怎样？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跳舞，有没有？所以你第二、第三层没动哦？对哦，截止可惜。买完了、啊，最近买完了、啊。所以看，为什么他给南瓜派？为什么我没有？我要南瓜派。他会给我什么书啊？会不会、啊？嗯，他会给你书而已，普通的书。哦。然后工具武器就是十字武器，然后羊毛是给旗帜吧。啊，一开始的剑就是想说需要绿宝石，就先用剑石跟那个啊农夫啊。嗯哼。可是那你要今天修武吗？嗯，好啊。你有缺吗？好啊，我要跳舞嘛。那缺几把？够了。主世界用小雨要吗？主世界什么？啊、可以啊。不要，超没效率。这里，小雨后面。喂。你知道主世界的那个一格地狱门的那个紫色一片，啊，会生成那个猪人的几率就这样子，所以你要盖二三乘二三出的几率会比较高，就超大的东西。嗯，可是哇，那很大型场地耶。对，就是、嗯、我真的觉得那很没效率。嗯，对啊，也可以盖啦，反正什么都盖啊。重点是要很大量的黑曜，我们可以早天去那个啊中介把那个黑曜石柱全部挖光。可以。对啊。那你真的要的话，现在也可以去挖。那就挖啦、啊。嗯。对啊，反正现在是挖挖时间。对啊，想什么？矿物车收集差不多就走啦。南瓜派，附魔书，不错耶！今天有上线的全部发经验修补，嗯，哦耶，不错哦。有啊，你们都领到了两本啦，都两本啦，地上都有声音啦。哦、yeah. ，家地下闹鬼。啊、你怎么又给我头盔啦？他直接给你头盔哦。那个锁链头。哦哦哦。对，你要吗？不用不用不用，锁链头不需要。中介祭坛。嗯。啊，对，我要去用珊瑚。耐久。那我先拿去挖好了，反正我矿物那些都差不多了。嗯，好啊。嗯。等一下，这一出来的路好危险哦！我稍微改一下，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了。那路很小一条。对啊，就一格啊。三加 N。小老鼠 P 就好了吗？小明。我没有看什么，有个中介祭坛的小老鼠 P 后面还有什么迪斯什么鬼东西的等于点点二，哈，哈基打的啦，哈什么东西？我说为什么小老鼠 P 后面有个中括号，然后 DISTANCE 等于点点二？啊，那个是两格内的人头传送。哦，睫毛，哎。消失诅咒的裤子不能洗掉哦。不行啊。不行。诅咒不能洗掉。没事啦。可是没差。又没差。你死掉不会喷它就不算了。欸，你要想你多一套附魔那个数字就变超长欸。不行。对啦，没有，就想说这个裤子可以拿来用啊。PP 消失。欸，好，在这里。完成。爆炸保护 ，no， 耐久三，火焰，爆炸，哦，不要爆炸啦，爆炸，啊，你要爆炸，啊，你要爆炸呢，对啊，你要爆炸，亲水性，三，你就给一个亲水性，哈哈哈，你要不要再买帽子啊？我还有啦，我还有。
火焰保护伤口，用效率五，不然太慢了。对啊，想说再有个那个挖掘二加效率五，挖掘二哦。对啊，大家这样装加起来应该也不够弄到最大吧？哦，不好说。你看他自己那么努力的挖，我是有41个钻砖啊。好猛哦！41个钻砖，我上来干嘛？你上来干嘛？啊，对，我有一只狗。为什么有个消失诅咒裤子在我箱子里面呢、啊？哦，我知道。哦，我也知道，老师。哦、我不知道哎、欸，从哪来的啊？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啊？哦，我知道。哦，为什么你们都知道？给他寄闻闻看，他不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闻吗？给他闻看看是谁的味道。他如果说没味道的话，那就是他的了，因为人是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的。哦，有道理。对，他寄闻闻看。羊毛啊，那时候那边会有羊毛啊？哪边会有羊毛？那个，我没看到羊毛哎、欸。哎、欸，对啊，对。为什么？阿纪，为什么会有羊毛？为什么会有羊毛啊？是不是那个给你的、啊？谁给我？没有啊，我们没人给我、啊。牧羊人给你羊毛？没有啊，谁给我羊毛？没有啊。我觉得是阿纪把垃圾丢下去。我觉得是哎、欸，他已经不是。没有，那为什么会蹦出一个羊毛？好恐怖哦！他已经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打我？你们这些人怪怪的。这里闹鬼了。你家闹鬼，我把你家拆掉，改建就没事。你家闹鬼很久了哎、欸，改建就没事了，改建就没事了，真的真的。都是闹鬼的问题。换风水，换风水，换风水。感觉是空气不流通，那个阴气都聚在那边。哦，啊，你要不要去回血？你这个血量。哦，也是的。我来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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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有那个不死图腾。哦，对耶，帮你回血。不用，用不死图腾回血吗？不用。好痒啊！啊，这要挖好久、哦。对啊，一个大概要挖个五秒吧。嗯，差不多。不然就之后要放那个烽火台。对啊。嗯，就是说，不然走啊，我们去打凋零吧。会死哦！现在吗？会死哦！会死哦！不会啊，这么多人打，应该还好吧？还是会死？哎、欸，他凋我们不会回血、欸，被凋到不能回血。对耶！而且还要那个抗火药水，不然会被烧。感觉之后要弄烽火台之后再打比较好。可是你没有打掉，你没有打烽火台，对啊，对耶，运气不太对啊，没有没有烽火台去打凋零啊，那打凋零就去盖烽火台嘛，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是这样，究竟是先有鸡、啊、没有工作经验去打工啊？啊，打工就是要求你要有工作经验、啊，要有就要去再去打工啊，要五年工作经验哦，没有就去打工啊。没有就去打工啊，打工就有工作经验啦。对啊，那公司要求五年工作经验啦。啊，没有的就去打工啊。好，再去挖矿。嗯，可以挖黑曜石啊。你不是在嫌弃说没有那个？那个？中介箱啊。哦，就没有啊，是楼下那家没有中介箱啊。哦，闲呢、欸，还闲嘞、欸。想说楼下应该应有尽有啊，什么都觉得有东西没有，有缺的，这个不及格啊。你在我这边讲贴任务奖励中介箱没有用，你要去投稿啊。投稿啊、嗯，对啊，而且投一些那个太奇怪的也都不会过的，要合理哦。嗯嗯，最好是有趣一点的那种的。对啊，啊，尽量不要想一下，没办法被投机取巧的那种的。嗯，像做梦的算不算打工？我想是不算啦、啊。
像偷偷削别人家的木头，偷偷削别人家的木头，这种的就不会过的啦。现在我现在房子全部换白色了，在削啊，在削、啊。我也没有了。这之后就不是削，直接把它花掉。然后把太酷了，把哈蒂家其中一个放成羊毛，不被发现一整集这样子。好像可以哦、喔，不行啊，这个不行啊。然后发现大家都在做这任务，然后你的那个家里整栋都变羊毛，让你还没发现啊。然后就疑问说：“哎、欸，为什么我的那个石衣会有花纹啊？为什么、啊？你是不是材质包没拔、啊？没有啊，快快，很可爱。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嗯。”啊、哦！挖矿！哎、欸，为什么我发现闹鬼？是不是谁挖完树又没种回去啊？挖完树没种回去哪里啊？树场从我们上礼拜去找中介城的时候，就已经一半没有人种了。然后结果今天来看一下，整片不见了、欸。成那个真的是之前有人挖了没种吧？哦。我觉得不在的人里面吧，我就是酱油哎、欸，酱油新生。我去，全木头，我全木头，然后挖挖挖挖，我忘记了，是不？我就听他说，听我解释，对啊，我不知道，没有人说要种回去啊。我很想、喔，之前是种什么橡木？橡木跟桦木，可是桦木还有人要吗？我橡木树苗多。我橡木树苗也很多，我先种一些橡木，种一半橡木。啊，好，那我去拿桦木。然后家伙说：“哎、欸，奇怪，有小精灵会自动种树，哎，好神奇哦。”哈喽，带桦木来了。哎、欸，你橡木种三排啦，我桦木种一排。三排吗？对啊。这有连接没贴哦，等一下、哦。什么连接？公主。公主连接是啊。轻松生存那个，哎、欸，我自己的连接跑哪去了？哦哦哦哦哦哦哦 no！ 大了，大了。哎、欸，这每次长大就把我推下来。谁长大推下来？那个树啊，一长大就一直把我往下推，然后我就撒到地板。我在撒骨粉啊！好了，去挖矿挖矿。哎呦，哎呦，哎呦！左键按到右键，左键按到右键，右键按到左键。太强了、哦，太强了吧？太会了吧？会 explosion 会真的很可爱。对呀、啊，你是指各方面对不对？对，平啊，各方面可爱好傲娇，年纪各方面身高哦好，他怎么这样？大家只要回答各方面，各方面，对对对对对。然后继续贴昨天吉娃娃那张图，嘿嘿嘿嘿嘿。嗯，好，我要去砍树了。小雨好奇昨天为什么蹦出那么多吉娃娃的图吗？说那个什么，那个珍珠奶茶。对啊。那这里常会突然蹦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啊，所以哦，还好，已经不意外了。好像之前突然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看看哦哦，大概你们知道你们在聊什么这样，啊、哦，又多了什么新的是不是？去砍树喽！尽量少吃鹅啊，少吃鹅啊，才不会有那个什么狗，八哥狗，八哥犬，八哥犬受伤害，还有不要买口红。口红都有点，是超像啊！对啊，你又不知道吗？那个木头是之前杰克砍的，好、哦，感
谢杰云。好。啊，哎，我传到红土地形是怎样啊？我要去挖木头。我要挖木头，你给我红土地形，太六了吧？那我要去挖黄金了，我要马上转移目标。然后传送的时候，可恶，你不是要挖？口红是啥？不要问，不要问，你去搜寻口红跟伤害这个东西。没有买卖，没有伤害，然后空白口红。不要叫他们去搜寻这些东西啦！啊，那就打你不要去搜寻什么口红，那什么大肠面线跟没有买卖，没有伤害。鹅阿米啥？蚵仔。鹅啊！哦哦，明月也去搜寻了，是不是？好，我好像懂了什么。可怕。不会啊，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嗯，这锅我背，可是木头是杰克砍的。我要去挖黄金。黄金，黄金，黄金，黄金。既然都来了，不带一点黄金回去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对。那楼上邻居要的时候，他没东西用啊。讲话了，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可以啦，我们家邻居都很好的，他人这么好，对不对？我拿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有讲话的，真的，他人很好的，真的。嗯。哦，他是按你，哦，这里没矿坑，好，不要去搜寻这东西啦，真的啦。你这不要搜寻，你们去搜寻那个啦，蚵仔就好了啦，鹅啊，嘿呀、啊，找这个就够了，嘿，找鹅啊就好了。哎，黄金，黄金，黄金。小雨丝绸之处在我身上哦。嘿，我在。我有回报哦。我在，我在。我在，我在。真的多，以后都不涂口红了。谁啊？谁去搜寻了啦？哦哟，哎呦，谁好奇心这么严重啊？好奇心会害死你啦！哇，你笑得好开心哦，感觉是我们认识的人呢、欸。所以口红是什么、啊，哈基？我不知道。你笑得这么开心，你一定知道。笑吧，他记忆怎么了？笑成这样了，我钻石啊！你是不是偷涂口红？哎，海带恐怖啊！没事，小天使不要乱搜寻，海带干快才能烧。不然等一下你们就嘿，你们也不开始不涂口红了。你们看到路上有人涂口红会笑，不要搜寻。而且重点还有其他颜色的口红哦。不要再口红。好啦，真的不要找啦。你看哈基这么开心，一定不能搜寻。嗯。不要，真的不要搜寻。好，孩子真的听话，不要搜寻。对啊。到底是谁截那个图的？没办法，就很像。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 PS4 的手把，那个类比上面每一个类比，啊、就一只狗的鼻子被拔掉。哦，恐怖死！叫纹理很像啊，纹路啦，真的哎、欸，对不对？看一下 PS4 手把，然后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狗狗的鼻子。啊不，狗狗！你看一只狗很无辜的看准你。他说：“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
然后用拇指去推他鼻子的。黄金也太多了吧，我就挖一组了。哇、wow、哦！叫你不要查，你查不听话哦。我真的很好奇耶。先哦，又是废矿。哇，又金苹果不缺啦。哇，三组是三组是猫咪的肉那个肉球是不是？三组嘛，哦对啊，那个三组拨开不是猫咪的肉球，那个手掌在那边。对。No no。好想吃，可是三组我真的不知道他该怎么吃哎、欸，该怎么吃什么？就是他不是就肉只是粘在那个吗？那个什么，粘在果子上面，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要把它吃干净吗？还是其实不用啊？肉粘在就三组啊。那个水果不知道把它肉挖起来吗？它中间有籽啊。对啊，嗯，啊，知道那个，所以要吃干净吗？还是只是把外面的肉那个稍微吃掉就好了？就是白白的那个肉吃一吃就好了。哈，胳膊连籽都吃下去了吗？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干净好像很浪费。它不是一剥下来就直接白白的就整下来了吗？它不是还有籽吗？它中间会有籽啊。对啊，那个果白色果肉还是有籽啊。就是一点点而已，不是啊、嗯？我吃的是山竹吗？全部是山竹吗？嗯哼，是吧？我看那个神奇宝贝图鉴也是山竹竹啊。就是我们吃的山竹有点是猫咪的肉球的，你吃的会不会是类似那种龙眼，然后只有那一点点肉这样子？龙眼，龙眼跟山竹大小差太多了吧？没有比例啊，就是那个比例肉的比例啊。龙眼中间那颗那个籽也超大颗的，然后肉肉一点点。吃到是芒果吧？我们在吃荔枝，你吃到的是龙眼。对啊，我那个荔枝有荔枝干，有没有？还是世家差太多了吧？哎、欸，世家，世家，哦，超沙那个呢，刷刷，我、欸、不爱，超爆甜，我就不行哎、欸。嗯，差世家我不行。现在品种改良都很甜啊，对啊，明世家真的是甜到炸掉哎、欸，它就感觉就是你吃 一小半，然后就是塞了一口砂糖进去的感觉。哦，这个是砂糖哎、欸，真的。对啊，因为现在那个改完之后，人都超爆甜，太可怕了。哦，为什么一直烧到了？蜜汁烧到，蜜汁烧到。讲究，听起来蛮好吃的啦。对啊，感觉是什么功夫菜之类的。每次三瓶、哎，一个小猫咪牺牲。哎呦！幸好我不涂口红、哎，你之后就知道了。你还会涂什么紫色、蓝色的？怎么回来是不是、啊？回到口红了。你要是口红怎么又回到口红啦？我比较延迟看到聊天室再打。凤梨什么？披萨？他说凤梨世家不能算是世家。哦、所以他是凤梨还是世家？为什么他不算？他就叫凤，他就叫世家，不是吗？可能他的分类属比较偏向另外一个水果之类的。哦，是哦，就是熊猫。那为什么叫凤梨世家啊？长得像世家吧？那贵族世家嘞？哎呀，放错了啦，烦死了！凤梨世家是用土世家跟秘鲁番秘鲁番荔枝。例如，两种水果杂交而成的，哦、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番荔枝的水果，它不是属于世家。那跟熊猫一样是浣熊类啊，不是熊也不是猫啊，好复杂、哦嗯，好难、哦。反正熊猫团团的身份很奇怪啊，浣熊团团。这里，这黄金也太多了，两组了。嗯、再讲下去，哈基会很开心。
啊，应有尽有。我早看到看到我的黄金少了，楼上的你的房子洞就会多了。怎么？等价交换是不是？对啊，你看人家刚练，这练成一下就手脚不见了。你哦哦，你的房子破个洞还好啦。哦，是哦，啊，真的啦。哎、欸，凤梨跟释迦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就是理不清的关系。你们知道之前不是就是很流行那种什么，就是把凤梨然后直接一小半剥起来吃的那种吗？然后我就记得，我就一直记得它是有一种特别的品种，可以这样，就是一小块直接剥起来这样子。结果它的名字，哼，你没有看过那片吗？没有。是通常凤梨不是切开一片一片的吗？它是因为凤梨不是外面看起来会像是就是一块一块，然后它可以这样一整块剥起来，然后那种凤梨叫做释迦凤梨。哦，你是说很像那个什么电池可以抽起来那样吃，是不是？凤梨。就是有点，它就是很像释迦的吃法，吃那个凤梨这样，就一块一块起来吃啊！我忘知道讲什么，对，就是一块一块摆起来吃。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凤梨，就是它凤梨外面不是一个洞一个洞吗？哦，它就是那个一个洞一个洞可以拔起来这样吃，很像在吃那个，它就可以拔起来一块一块这样吃。对对对对对。啊，然后那个去 Google 啦，可恶！加凤梨。哦，原来就是加凤梨哦。对啊。我天、啊，他们好混乱哦！好乱、啊，乱哦！这超乱的，这家族怎么回事啊？凤梨世家不是世家，世家凤梨是凤梨，谁啊？到底是谁啊？已经是心情都要合并了，听到就觉得好烦，你们怎么这么乱啊？太混乱了吧？你单纯一点嘛！哦，这里还有两只。释迦凤梨是番荔枝属，释迦是荔枝属，好像玩差不多，哦，多一个字而已哦。哦，这感觉挖的差不多了。凤梨释迦也是超甜。凤梨世家超爆甜，改过就是超爆甜。世家凤梨，凤梨世家，哪一个是哪一个啊？很难吧？就跟一开始看葱跟蒜一样啊，分不清楚。哦，可是葱跟蒜还好吧？哪有啊？没有啊，你只要看到它本尊就很容易分了啊。没有啊。一个是扁的，一个是圆的啊，所以这才难啊！不对啊，明明就不好认。没有，那时候我们在考园艺的时候，这个是魔王题耶。你就是越想、oh. 越小心去猜，你就越容易猜错啊。对啊，你越……那老师说小心，这是魔王题哦。哇，还真的，一堆人猜错。钻石哦哦，释迦其实是俗称，是因为长得像释迦牟尼佛，不是吗？对，很像他头，不是？对呀、啊，啊！哈基怎么在笑了、啊？鸡在笑，哈基。鸡在笑，鸡在笑。狗狗狗，这么恐怖！怎么笑？恐怖死！鸡怎么笑？那个我确定不是鸡，那是另外一种，叫做哈鸡。还好是哈，不是拉。哈鸡。哦哦，是谁？我们四个人谁？很扯哎、欸，我已经流汗了。几度？不行啊！哎、欸，等一下，我的电脑又过热怎么办？哦，是，那再24小时一次而已啊。哦，还要买新的 power 了。对，
那你买多少啊？三千多块。哇哦，好像差不多哎、欸。差不多啊，750瓦的就差不多3000多块。而且我还不是买模组的，模组还要再加500多块，快600块。那你是自己装吗？对啊。你好厉害哦！我最近是读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不会啊，我连工具人的资格都没有。哇！我是有证照的工具人，工具人丙级的，丙级工具人，好强哦！比较厉害哦，强哦！丙级工具人。又是废矿，我怎么那么常逛到废矿啊？你好厉害哦！你很好啊，你很好啊，你很好啊，对啊，你很棒啊，对啊，嗯，最棒啊，好团，厉害吗？最棒了，顶级工具人。顶级工具人、嗯，国家认证工具人，没有顶级啊，丙级，普通工具人。哎呀，可是你还是国家认证的啊，对啊，是没错，国家认证的工具人呢、欸，盖章，叮，这个工具人值得信赖，有保证的，对。国家品质用的安心。可是这个工具人那个证照就是大概维修频率大概是2年一台电脑这样。而且只帮自己修东西。都是自己的。我想把剑修好。那里好像还有东西可以去。那里还有洞。哦，掉下来。这里。珍贵砖，蜘蛛的。毒的吗？一般的。应该把位置留下，还有一个那个成就拼的。这里好远哦。所以。哎。我去拿水。臭蜘蛛。臭蜘蛛，臭地毒。凤梨苦瓜汤，好喝。嗯，凤梨苦瓜汤。哎、欸，僵尸生坏砖。今天生坏砖是不是也是加倍中啊？对。骨头不用了，骨头一大堆。咦？钻石！咦？钻石，钻石亮晶晶。哦，嗨，小苦。不要命名会有感情。对。不会了。你会下不了手。嗯，就想养它了，取了名字就来不及。那钻石你要命名吗？你就不舍得用它了。嗯，名小呆，小门，呆门吗？对啊，呆呆。然后以后就带着它到处走。呆呆，要不要卖酱油？呆。哎呦，有啊，地方的呆呆，呆呆，哼，你们还有没有呆呆啊？最喜欢呆呆的，最喜欢呆呆，对呀、啊，呆呆，真的吗？那慧慧嘞，你刚刚慧慧也不错，你把慧慧放到哪了？放到哪了？放在该放的地方。哦哦哦！漱口袋吗？漱口袋。
可以吧？有钥匙圈啦、啊，或是做大一点的袋子啊，盖布袋，盖布袋，盖布袋，好、哦。哎呦，洞，有个洞，洞，有个洞，头上有个洞。这个破卡，是老师说我头上隧道有洞啊！你的头上哦，啊，不是啊，不是，那可能用落剑了哎、欸！没有误会了，误会了，抱歉抱歉。我头上有洞，打破卡。这里东西啊。没有东西，这废矿应该探的差不多了。好，去下个地方，找将近两组半的黄金。嗯，有没有其他废矿？哦，修起来，修起来，修起来。嗯，安安，刚才的安安哦。我脑袋才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没有装东西啊、哦，没有，好了没有，因为好烦了，你讲的哎、欸，怎么样？你怎么了？哎哎，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头发呢？我好担心哦。我开始掉头发了，我越来越担心了、欸。说年纪真的到了，哇！开始我也会掉头发哎、欸，怎么办？不会啊，我每天都掉头发。你不一样。哎、欸，女生掉头发很恐怖哎、欸。我知道啊，哎、欸，有个人就收集他一个月的头发量，那个超像发片的、欸、超恐怖哎、欸。很恐怖啊，女生掉头发真的超恐怖，特别洗完澡之后那头发，我都觉得到底是怎样。你要收集起来啊。恐怖的。那给宣带。去想看看，是想看吗？好，哇塞！开发一下新市场，新市场吗？爬，说不定他哪个开关就被打开了。嗯，哦，隐藏在心中的钥匙。哎、欸，这个可疑的炖汤是卖啥？虚弱，烂透。对，烂透了。哪天有人跟你讲说，哎、欸，这个假发你戴一下，这个是我的头发。哦，可疑的假，可疑的假发，可疑的假发。哈哈哈！哈，好，对哦。正常人头发一天掉80到100根是正常的，真的吗？哦、真的、啊，一天长这么多吗？真的，真的。嗯，哎、欸，没那么多吧？我知道会掉很夸张的量，但也没那么夸张吧？真的这么夸张吗？不行，听起来好恐怖，听起来更可怕了。那你知道很多灰尘那些都是你的死皮那些吧？我知道啊。对啊，那还好啊，这样想想就好多了吧？可是头发整根整根掉啊，皮又不会整片整片剥。听起来有点道理耶，好可怕，越讲越可怕了。突然有点那么。有点道理哎、欸，会有点起鸡皮疙瘩。这里，好吧，哦，这里有一大堆黄金，哇，挖不完了，挖不完了，哇哦，哇哦，多挖一点，多挖一点，嗯，我以后会记个表，然后看看黄金有多少哈。我要写在我的小笔记本上面，上线记录、下线的记录。哎、欸，不要啊！你直接荧幕截图，这样比较快。你不止黄金会被盗、欸，你忘了吗？好像有道理耶，我帮你记啦，记在我的本子里面。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这种小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不用不用不用，你就顶多看到那个本子上面那个有那个橡皮擦擦过的痕迹而已，还好、啊。你只有涂涂改改的痕迹是不是？
没有，你就用那种 Google 那个表单记录，然后就是翻记录的时候发现很多删除跟修改，只隔删除修改。啊，那个哈基亚，这一笔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哦，没有了，那是不小心按到空白键了、啊。那个是你之前比武对啦，立刻白没水了。我、哦、帮、哦、你修正的，对。哦，原来是帮我修正的、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不会辛苦，不会辛苦。那可以多领一些那个薪水之类的吗？哦，要领薪水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你喜欢哪边被挖个洞？我可以帮我讲。不要。哎呦，怎么这么多僵尸在底下？美容美发的人头模型，每过一段时间头发就会慢慢变长。咦，想骗我？我试过了好吗？试过了好吗？我姐是美容美发的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偷偷拔她头发一根起来，然后过一阵子就拔起来拿来比，没事哦，我试过了哦。一样长哦，然后不一样，恐怖哎、欸，不是，然后那时候又有一个韩国的那个，还是日本一个叫美发师的，嗯，对，就是那个假人偶的头发会长长，嗯，那种东西，我看到之后就看到那个假人头就开始全身很毛，我说对不起，我对这个头讲对不起，我是故意的，恐怖。哎、欸，这个苦力怕加倍中哦，到处都是苦力怕，是怎么回事？发现第一次去拔的时候，那个人头没事；第二次去拔的时候，头发还是一样长，没事，但是眼角泛泪光了，好痛、哦，好痛！你不要再拔了，好痛啊、哦！好可怕，恐死！啊！挖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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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矿！哎哎哎！偷偷挖了一下自己家。挖起来！有戒符真的很好用。对呀、啊，方便，方便。好，戒符。身上容量瞬间多好几倍，嗯，真多。但是家里箱子的矿怎么越来越少？矿我家的还是你家的、啊？哦哦哦，那是你家，不是哦。哦。你是那种就是出去没有TP你哦，然后那个 A D G 然后 B D 拿的那种是不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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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欸，我知道我知道。哎、欸，怎么了？这边不能讲吗？不是，我还以为你要回家。没有啊，我在家，想说就不要往下挖了。哦、我在这是黄金特别多、哦，这黄金加倍中哦。可以。哦我还有碰到苦力怕加倍中了，我看到有一个箱子头出现在我面前。啊，没有了，没有了，你看错了，这是幽灵。哦，打，很可怕耶！不要啦，幽灵，好可怕，怕鬼，打他！不要了，不要了，打鬼了！啊，他要打鬼了，怕鬼哟，怕鬼哟！啊，不行，我先玩完再说。啊啊！装备太久了，好了，不然给你我挖钻就好。我钻，我钻，钻钻哦，钻！我看到我也想挖，真的很多，可是我还赚这么多了，不要那么贪心嘛，对不对？就永远不嫌多嘛，对不对？懒太多了，用不完啦。嗯，我帮你用在正确的地方，帮你把钻石用换成另一种形态。哎、欸，我们家是什么形态？你喜欢的形态啊？对对对对对对。哎、欸，这里黄金真的爆多、欸，好多哦。就黄土地形啊，黄土地形就是这样啊。怎么会这样？
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只有黄金有什么用吗？做金苹果啊。哦，你的商店可以更大间呢，这样还不够吗？我想真的可以卖，后面很多都是图书管理员，通通都卖各种书，我们就不用去洗了，只需要经验叠上去就好了。不用洗附魔。对呀、啊。哦，很棒啊！什么？我喜欢的形态是钻石锄头。你只是不是很喜欢啊？我并没有。想不到，你要说我们可以尊重你的喜好。对，我并没有，我并没有，我并没有。地位，我们都那么熟了。对啊，不用害羞啦。不用了，不用了。哦，不是，哎呦，我真的最近真的是金鱼脑。哎，我也是哎、欸。我也是哎、欸，人家跟我借的钱我都忘记了。上去砍完树之后，然后又走到地洞，然后想说，嗯、到底你要干嘛？啊，做火把。是。但是我金鱼脑好像不是最近的事。你是常常有的事不是吗？对。咬虾这么痛哦。你的高度在，哇塞，还这么高哦，哇，这么高有那么多黄金哦，因为没有红土地形，整个都是啦、啊。对啊，你就算没有到二三十，上面也都是黄金啊。对啊，其他矿，真的太久没玩生存了。嗯，嗯，头上都是。哎、欸，我们这死还不真的完全不会生呢、欸。有，只有生一个中型的，我砍死了。嗯，你可以去。想是不是要把旁边想办法把它。嗯，压制一下。对啊，不然就只能再盖个很多层的那种的。只是我真的懒得盖那个东西。嗯，很多层，你说那个三格一层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旁边还在挖宽三格。你们没有这样盖啊？原本我不想这样盖，因为其实史莱姆生在最下面那一层就够了。嗯，对啊。但是前提就条件是附近不能生怪啦，那个量真的很恐怖，很夸张。因为麦块压制好，麦块歪走越低，怪越会生。嗯，对，有这个设定在，是之后玩生存才知道的。哦、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啊。哦。然后之后看国外的都是直接就只有一个那个史莱姆枪壳，啊，不就一层而已。就看最下面一层，对，就看很像滚烫的珍珠奶茶面狂跳，哦，很棒。哦，好多金哦！有人在砍吗？嗯，砍那个苦力怕，刚有人在砍吗？没有。闹鬼啊！可苦力怕摔倒也会有那声音吧？可是，嘶嘶嘶他可能被烧到啊！啊，那个烟水溺水的声音啊！哈哈，合理吧？溺水哦，可以。所以想说这边我们刚有三个人嘛，这人到处都有苦力怕，这什么事？一怕加倍中，好吧。这是为了我下一次用鞘翅飞来飞去做准备啊！为了让你去找更多的鞘翅。对啊。那甘蔗有没有加倍中？我甘蔗是有四五组在家里了。哇，你已经有多组了、哦？对啊。你的访客怎么没有偷拿？你要问那个访客啊，他怎么没有拿？他不是访客啊，你哦邻居啊，不是访客啦。没有啊，就谁会拿啊？我不知道啊，谁啊？谁啊？那个人很帅，大家都很帅啊！有没有人家？应该承认的。
这里这么大没有钻石，钻石我挖掉了、啊。没有啦，大概五秒前吧。哭了。我有画面作证哦，有观众作证哦，大概五秒前我挖掉了。你挖的跟我这边的不太一样吧？好。这里的钻石到底跑哪去了？这里没有半个钻石吗？你在这里找钻石就不对，你在这里找黄金啊？嗯，没有啊，你就找黄金，我找钻石啊，这样子刚刚好啊。苦力怕连续摔倒，噗噗噗噗噗，那苦力怕 AI 没有很好哦，走一走就跌倒吗？脚一直拐到。不，蝙蝠就不想救你的。谁知道你变被岩浆烧掉，然后我还把你变石头，你就在卡在石头里面。身上好满红沙。哦，嗨。是怎么了？打嗝吗？我在射窟窿，蝙蝠从旁边冲出来，就这么准的死啊！打身上。然后蝙蝠就牺牲了。之前玩那个也是，在玩那个打龙，然后那个重弩嘛在射，然后那个什么弹呢、啊，会插在那边，你准备引爆那个侧甲流弹。侧甲。而且奇怪，怎么为什么弹子弹在我面前飘来飘去？会飞。一个蚊子在我面前，我刚好直接插在他身上，然后就乱飞。超白痴的啦！为什么你卡蛋吗？是为什么呢？哦、好多怪啊！我的血，你的血，不屑，这血好残哦！魔幻舞台。曼哈基回家吧。哦。好的题。这铁子也蛮多的哎、欸。嗯，铁也不少。矿物加倍中。散哦，今天挖矿就是要这样子。嗯，走去装看有没有那个插件。这个，这个好像不能装插件。嗯，不行。不然到时候就可以的话，就是弄那个啊、多重世界。哦、这个世界的矿物加倍中哦。那你要动模组了吧？对。啊！你死掉了！魔幻舞台成功了、欸，魔幻舞台成功了。旁边那边有个两格高嘛，有没有想跳过去嘛？哦，顶到头是不是？你就没跳到嘛？然后就下去了。没事啦，没有，是故意的，我故意回家的。对，其实我都是算好，我知道我想回家。你好棒哦，故意的，这都是就是节目效果。对，我怕观众太无聊。嗯，哦，辛苦你了，用心良苦。嗯，对，观众没什么事情，唤醒他们一下。对，唤醒他们，怕他们要睡着。对，唤醒啊，按控键呢？控键。嘿咻。铁需要铁啊！我铁掉下去了，算了，掉下去就算了。哦，我觉得我家的空间要稍微再大一点，是不是？对，
那您是要往左右拓呢，还是往下拓呢？为什么不能是往上加盖？我是怕到时候我如果加盖的话，怎么样？月的那个另一个出口又在我家里面了。没事啊，你那边不是出入口吗？下本来就从那边进出了啊，有差吗？有差吗？好像也是哈。对啊，你就干脆一点嘛。而且还左右对称都可以出入哎，对不对？是不是听起来比较好一点？可是你那个花园要打掉，你要重新玩拼图哎，不是吗？哦，可以的，一个打掉，大家就来帮你拼拼图嘛。上次这个拼拼图真的很好玩啊！对啊，差一点点呢。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奇怪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怪怪的呢。我想说，这只僵尸怎么站在半空中不会掉下去？原来是那个。卡的。哦，明明把脚下全部挖完了，怎么还站在那里？怎么了？你怎么还站在那里？奇怪，漂浮之术。哦，僵尸开挂哦。好，找到了。开挂，很明显的哦。很明显哦，有记录档存证哦。对啊。就他让你整台电脑爆掉，连记录档都没有。太可怕了。哎呦！哎呦！嗯，我竟然没带木材，没木材就没火把，没有火把就我要回收了，照亮，我要回收了。这次煤炭挖的也不少，铁也挖的不少，可以。嗯，煤炭真好多，煤炭一堆那个矿放在那边都懒得挖。嗯。啊，你怎么都砍一下就爆炸了？灰心哦，聪明。嗯。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做漏斗嘛，不是上面放箱子吗？对啊，箱子上面带有方块的话，不就箱子打不开了？放搬砖呢？嗯，有人说放楼梯木桶啊，木桶哇，木桶聪明，我真的很喜欢木桶哎，木桶超好用哎，可爱又实惠，跟慧慧一样，就是比较小一点，怎么做？跟慧慧一样，对啊，会娇小玲珑。我们打太快，我忘了怎么打。会打会会有。你用全部搬砖吧，我一圈吧。全部搬砖吗？不是吗？等一下、哦，还是有其中。自己查，印象深刻一点。全部用石搬砖。干扰。木材，搬砖。没有啦，147369是木材，然后2跟8是半砖，2跟8哦，上下，这是 Java 版啊，基岩版的是147369是木棍，为什么这两个又不一样啊？要分开来啊？正常讲啊，两个版本都会差。啊，木头这样子，可以耶，木头可以。如果你真的怕打不开的话，你就做漏斗，上面再放漏斗啊，有没有？嗯，好主意，好主意，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哎、欸，这苦力怕太多了吧？五只在一起。地狱 UP 的力量，欧洲人的力量。
你不是欧洲月吗？是啦，不过也太多了啊！痛，故宫不要乱来，我在转火药。转火药？对啊。33等就可以再附魔了。你们家里有仙人掌吗？没。喂，有个仙人掌机的成就也没人做啊。嗯，不是成就啦，那个任务。哦，我找到仙人掌了。你怎么那么会找啊？当然啦、啊、你是勇者了呢，不是乞丐了。嗯，哎呦痛，要爆了，怎么爆了？跳射，你太强了吧。对耶，这里不能仙人掌。哇哦！哦，我被魔幻舞台回家了。No, 这里不能先找，怎么了？这里是音乐墙，怎么了？你还敢往下放垃圾桶啊？干什么东西？只用岩浆嘛？哦，用岩浆哦。对啊，不然放个那个地狱石加打火机。有，可是有这种烧的声音，我不喜欢。岩浆也有那种啵啵啵的声音。哦。那仙人掌有声音啊？啊？什么声音？你插上去会啪啪啪，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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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的。那个数码宝贝的内在就这样，尖尖碰碰拳，碰拳。这里是东西很多哎、欸。哎、欸，我走到你们的路了，看到黑曜石。黑曜石？嗯，就一块黑曜石放在路旁边，应该是水浇走的。对耶，用高炉就好了哈。史莱姆啊！什么高炉？高炉烧矿物用高炉啊？对啊。好用啊！那垃圾桶要做哪里比较好？嗯，啊，厕所改造一下了。厕所这个装饰用的不需要了，不然就不用厕所啦。不用上厕所啦，上什么厕所？对啊，不用上厕所啦。哎、欸，僵尸你怎么死了？阿纪我来了，你来了。哎呦，你来了！你哦，我想说，为什么画面是云月家？这是我家，不是画面更是往下带。我想说你在云月家在干嘛？又在干嘛？没有干嘛，那也是我家。你说什么？我家楼上啊，楼下啊，我楼对楼下。完了，连自己家楼上楼下都分不出来了。岩浆源头在哪里啊？还要在这哦？冻掉！啊，库里帕尼娜烧起来了！这里，我知道我那边工会啊，有一群人，嗯，他们在看我那个金钟生存，就把那个我的房子一样花葫芦的把它盖出来了。超人稍微小改一下，他们又要再改一次了。我每一集都要改一下，但每一集就要再改一次耶！哇哇，你都给他们有事做哎、欸，真棒！对呀、啊，
聊、哦。这会长哪里找啊？那我要偷偷在一个地方塞东西，看到他知不知道。崩嘎！手抓炸弹了！好险！我都跑这么远，你还会爆炸？又来又来又来！嗯，可以。桶子再做两个，桶子好好用。多了吧，我都可以做了。高炉，高炉，高炉，我 Google 一下高炉。哦，僵尸树。要铁啊！我要铁哦、嗯！你不是挖了很多吗？是啊，我跟你讲去哪边烧好不好？啊，外面有个村民有高炉，你去跟他烧，跟他借。洋洋洋洋家也有高炉。等下上线，我的炉子都不见了。啊，那个安德搬走了，对。嗯我在想这个僵尸村民要不要运回去？你很远吗？我不知道，我在矿洞里面，我不知道走多远。你歪走 ，X 走。哎呀，反正我们在类似里面。不要吧，超过500格了哎、欸，看你咯便宜了哎、欸，可是他带一个草帽，他是不是农夫？没有没有，那个只是暂时的，他没有交易过都可以用。看你咯，可以帮他转职，对，嗯，你可以啊，我也没事，开个船吧，再回去啊，开个船，你不怕被打死哦？慢慢先把它放船上，哦，我想说你要慢慢运它，你会不会一路啪到死、欸？哎，不是，我先放船啊，我挖好之后让它慢慢跟着我走就好了，嗯，那不要离它太远哦。在叫我指令呢、欸，哇哇！他叫我怎么打 Game Mode One？ 哇！太强了！等一下 ，Game Mode One 这个版本已经几个版了啊？我记得12就来，我照着他的指令打一次啊 ！Game Mode One 这样子，哎，这指令怎么错了？哎，好神奇哦！啊，你一定没加自己的 ID 哦。好神奇哦！有人在教我指令呢，我超级不会红石的，我正好需要人来教我。最不会的。小黑小，这个木板真好用。我用什么？我用很像啊！这个是他人家教我，我当然要虚心接受。到底这次怎么打？啊、怎么指令怎么打？人家教我指令哎、欸，难得有人教我指令，我平常都没人教我的。G 什么？有鹦鹉在叫 G 哦。Oh.不是啊，我怎么那么容易学苦力怕叫啊？不要叫，不要叫，再叫就把它剪啊！剪，奇怪，为什么你叫他听得到啊？
砍苹果。为什么我的斧头是红色的？我也不知道啊。嗯，哦，你是不是装材质？我不知道，我刚刚上面就是那个罐子了、哦，我是无辜的。你是不是刚刚打过了？没有，不然它怎么红红的？它本来就红红的。哦，真的，你要相信我。好，这么乖，我才不会乱做坏事呢。哈？哈这么大声干嘛？对啊，你哈的太。哈的太真心了咯。应该没有了，除了煤炭之外应该都挖完了。好，中间换箱子后，你这个人很不强迫症，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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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强迫症到底。嗯，强迫症到底，到底，到底，哇，到底，到底，我好像以前认识一个谁，很喜欢到底这样子。对耶，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哇，又生了好几只苦力怕，这真的是苦力怕加倍中哎。到底，把岛名改成到底啊。你一定想鞭死他。不是以前认识一个，就是每次挖矿都说铁铁，我就挖铁铁。铁铁，韩信应该也认识。香叶啊，干嘛？我讲本名，我讲他的名字。香叶啊，你看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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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喜欢擦玻璃的。啊，对。笑点是莫名超级低那种。对啊，只要哈基讲话，他都会笑哎、欸，笑，真的啊。嗯，大家的开心果，我不能吃哎、欸，我不是能吃的开心果哎、欸。哈哈果，哈果。哈哈果，哈哈币，哈哈币。嗯，箱子满了。啊，没关系啦。我之后会扩建仓库啦，你就放我那边吧。然后我放你那边的。好好。然后快把僵尸带回去了。哇，真的假的？现在白天哦。没有，他地底下啊。嗯，好。嗯，三三等，我是不是你挖矿喜欢那种一条路挖到，啊、就跟着我一路一直走回来。哇，裁判他怎么一直有等级呀、啊？等级可以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的吗？对呀。嘿嘿。铁铁，也快十点了，没有错，没有错，时间怎么快？哎，不是才，嘿，前一个小时我觉得很慢，后一个小时超快。对，有在挖东西就好快哦。嗯，怎么快？又赚到时速了。哎呦！这是玩这个是时光屋哎、欸，一下子就过了。对呀、啊。呼，真的是吓一跳哎，不快，真的是，一下就十点，快十点了，好快啊！你都毕业了，是怎么快？对。这样我挖了多少黄金啊？我来看一下。哦，哦，快！一二三四。对啊，这是宝物，七组。哇哦，我看商店可以盖到三层了。好哦，好哦。啊，附不下去啦！哦，有保护山哦，碎了，碎了，碎了。
牛。欸，现在都只能附到保护三，是不能保护四。有啊，有。有有有。超几率超级低耶、欸。还是有机会，只是很低而已。我把它带回来了。没。在我家门口。你等晚上吧。在你家门口。应该在地洞里面。嗯。啊，是不会掉苹果。啊，跟村民换。我应该把它带到云月家，可是云月家是没有楼梯上去的。有梯子啊，他们会爬。只有梯子而已。我记得会呢。啊，我用绿宝石换苹果，算了，我不砍木头了。有。你家还有虚弱药？有，我有，等下帮你丢。哎、啊，你是要洗什么的？耐久、就是、清零，我还是什风力还是什么？可以洗到直接洗到风力五哦。哦，这么强啊！嗯，又可以都可以洗到顶的，只是要花点时间。哦，跟爱，还有勇气，希望。然后最怕就是不要让那个，如果真的触发掠夺，要把那个村庄保护好。嗯，欸，我那时候就死了一只，那是什么？青银四的，青银四加保护三的，妈、哦、的，好像他就死掉，就很难过。之后要不要做开关？然后有村庄发生什么事，赶快把它关起来。你说活塞往上推那种吗？对啊，把那商店的门关起来啊。我突然想到那种自爆按钮。每个很强的反派都会有个自爆按钮，有没有？盾牌快爆了！是晚上啊？没有，现在正中午。哦，现在正中午。对，你再等五分钟。哦，有飞出来了，飞出来了。换个绿宝石。盾牌快爆了！我谁啊？白色染料放那么多出来，那么猛。我啊，嗯，反正那边很多罐骨头，我就换一下。嗯，三等，好，我上瞬间没经验值了。呜呜呜！为什么？啊，再去。怎么会突然没经验值、啊？怎么没经验值了？因为就只是弄个帽子而已。哦、我懂。欸，垃圾桶在哪？楼下吗？对啊。那你往这边丢就对，是不是？对啊，就这样子嘛。好。然后没有，我觉得它下面要再放个半砖，然后用个漏斗，然后往下吸。哦，对，对不 对？有没有道理？对，对，对，要不要我帮他改一下？然后你下面就可以放仙人掌跟岩浆了。然后到时候谁不小心东西掉到那边的，我东西怎么不见了？对，突然啊，不小心消掉。哎、欸，对耶，那就这样吧。我听到僵尸村民的声音。那个小雨在带，小雨在带。哦。对耶。还是把它弄制图。制图师吗？哎、欸，丢垃圾下来啊。怎么不是我们启用的人捡到？不是，我看到那边在地上。很无聊，你要浪费生命在这边吗？我送你离开好吧、嗯，再见。千里之外，老实说，隐约这个楼梯这样子卡在这里。嗯，怎样？你要把它拆掉也是可以的，想改位置的。啥事给？哇！哦，改个位置，可是要怎么改？盾牌没了，该回家了。好了，我要回去了。啊、你那边好像可以。小雨，你的位置安全吗？很安全。好，我来了。我等来了。
掌。不要打他！我吓我一跳，我差点就回他了。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他是将来的图书管理员。哎呀，他打我！哦，这个可以。啊！怎么卡？怎么？他是卡在那种人家可能超商的不自动门玻璃跟玻璃中间那个小狭缝里面。还有，哦，那是拿到手脱臼的、欸，我曾经差点脱臼。哎呦，危险哦！对呀、啊，然后那时候还有白痴客人要把玻璃门自动门搬开，我等一下啦。手夹住了啦，硬要开，硬要开。这客人也是很呛，很烦啊、欸！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我很尴尬，我不能去我的箱子。好，跳一下。好。哎呦，去拿虚弱。不是啊，我在等有人拿药水来啊，你要现在直接在那边用吗？你不到商店里面再弄啊？哦，也是可以啊，要等晚上。对，等一下嘛。哦，没虚弱，酿一下。哦，有虚弱，在酿造台里面。我不小心按到东西了。可是他在这里更惨啦、啊，雨月。怎样啦？他在哪里啦？怎么？看一下，看一下。门口了。把墙壁挖掉，给你给你。然后发现虚弱药水怎么不见了啊？被吸到下面去了。哎，你身上完是不是？没有啦。他怎么一直吸我吸到？天哪！啊，我没有苹果要回去拿。其实是也不错，帮你盯着。啊，他们死了，没有了。啊，太快了吧！现在换品。苹果。哦。要学那个早期史蒂夫受伤的声音。哦哦哦哦。嗯？为什么你的人物看起来怪怪的？什么怪怪的？哎、欸，玻璃吸完之后是往下倒吗？啊，往下倒会跑哪去？就自己拿了。它原本是烧石头的、啊。哦。原本烧石头，只是现在在烧玻璃而已。哦。欸，晚上了，小雨开工。好，等一下，我再拿那个。欸，如果它真的不能的话，我们要怎么让运到啊？在那黄金路线。哦哦，战斗机现在，哎，他不上来、欸。我的呀。走哈基家旁边吗？先盖个楼，那个阶梯上去吗？不然、他怎么？不然他，我把船打掉了。嘿，他现在看我，你要不要先盖个阶梯？哈基家另外一面，对对对对对。借我盖个阶梯好，我晚一点再拆掉。你盖，你盖，你盖。算了，不要铺地板了，地板碍事，碍事，还铺什么地板？这个，这个。哦，我这个装备看似很强，但都没保护。是效果很多吗？没有，都就是基本那个、啊、商店货啊。哦，我捶他一下，他应该就看我了，是不是？还是你要离远？我可以来啊，我可以走啊。我来了。来，走上去。那、啊、他是渔夫啊。哦，他是渔夫。那、啊、你要去做那个？不啦，你要去做那个。不啦，你要去做那个你要去做那个书柜、啊、不书柜啊，讲台。
阳台。对。我坐阳台。等下，你摸他一下，然后我去。好，我去帮你放。来，你等下走进来。你干嘛走太紧？来，你等下进去。然后蹲得出来。等下。好，蹲出来。跳蹲。你要死了！出不来。好了，可以了。这个出不来的节奏。有跳蹲，我就卡在这边。然后你去做。好，你先做书柜吧。哎，这个顺便还你。钟在哪里？阳台。这里。阳台。要书半砖。一二三四。书半砖。我半砖没有书。要书柜啊，抱歉，要书柜。书柜。等一下，你是要图书馆管理员吗？还是要制图师？都可以啊，看哪个比较缺啊。看你啊，因为制图师我觉得有用的就只剩下换林地府邸的书跟那个，把地图跟深海遗迹的书，不把纸地图。那感觉可以先弄一个，这样比如说我们下一集可以，就是下礼拜大家去林地府邸玩。好啊。那你就是第一个选项，你可以自己挑。你看要洗那个书柜出来，只换绿宝石加书柜换那个绿宝石换书柜这样子。所以要放什么给他？制图台。制图台。要 Google 一下，那好久没有啊，好像很简单诶，木头加纸吧，两个纸两个木头。哦。好，我先打一下。啊，可是不是，那你现在过去啊，打干净。哦，四个木材，两个纸。我看到，去打个干净。呵。哎。喝，然后先把这个挡起来，不然他等下一样吃到渔夫的职业。你就把那个石头下面，对，你就放好了。抖，快抖！哎呦呦！小敲钟，来吃哦！我的东西，等吧。那然后你要洗纸，要等中午了，要等白天。那现在晚上不会理你。要怎么洗啊？嗯，打掉再放，打掉再放啊。哦，你说这个盒子一直打掉再放这样子？对啊。喝。哎呦，贯穿山呢！哎呦。可是它就只有贯穿山啊，很烂。还好吧，啊，也可以洗到贯穿五哦，那个附魔那个兔子，可以。哈基，你家闹鬼啊！啊，闹鬼！啊，你家客厅闹鬼啊！家闹鬼了，客厅闹鬼。你家外面哦，白痴哦。在外面。他要走进去你家，他去敲门。嗨，来欢迎光临。哎，光临的头。这里为什么闹鬼？我不知道。刚哪里来的？他直接生在平台上，是不是？是不是？啊，这里吗？这里水吗？看一下，六十。水不会生怪吧？十。这里这个上面的平台吗？你这边都很亮啊。对啊。到底还是他们有些人屋顶不是用搬砖，所以生在屋顶上跳下来的？有可能，有可能呢。他是用半砖啊，奇怪。那你干你！是
哈基用音架啦，那你就知道了。哇，你好发自内心哦。可恶，没有看到。有，我有带到。没有哎、欸，到底哪里是怪、啊？来，这话题，这话题，这话题，我好难过。哦，有了，等一下吧，现在不会有职业。哎、欸，有了、嗯，怎么可能？有了，这么快？你就看他现在，你看是值多少值换一个绿宝石？18个。嘿、欸，有半价吗？就18个啊。我看一下，你没有到半，你看我看一下，你要看多少？我看24个。那对啊，那可以啊。那你看绿宝石多少？值多少换？18、一个绿宝石换一个地图。哦，那对对对，没错。因为你不可能用一张纸1:1嘛。对啊。对，你可以先用看要用先绿宝石啊，你这个换好给哈记嘛。对啊，对啊，可以、啊就不用省，那不用贴了。你换好了吗？等一下哦。没。你要不要打掉看看它下一个属性是什么？可以。哎呦。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等一下哦，要等它白天更新职业之后，看我干嘛？看什么看？看啥会？铁轨可以拿去烧吗？铁轨，它有铁的成分呢。哦，对了、哦，工业污染。想烧出锭是不是？烧出那个铁粒。铁粒。那如果拿去当被烧的东西嘞？啊，不是烧掉会变铁粒吗？也不会啊，不会啊。体力不是只有装备吗？装备，哎、欸，武器我不知道、欸。工具不行啊，不是吗？要单纯的东西吧，就单纯材质吧。嗯。铁衣啊，或是什么那种材质，整个都是。不然，刚刚锁链装好像可以烧哎、欸。烧完可以变什么？体力啊。嗯。不要换职业啊！要中午，好久。不会啦。对。嗯。哦，那我之后也会都带。哎、欸，也没有了，因为我很少下地洞。嗯、我会说会带那个时钟下地洞。嗯。就知道白天晚上了。然后想想，哎、欸，不对， oh. 我上次生存只下过一天的地道。好，我放了、哦。啊，变五颗变，有吗？18个，然后就一样吧。都一样哦。看有没有书柜啦，书柜就可以帮隐约换了。换什么？没有。没有书柜。制图师好像不会有书柜，我不知道哎、欸。再没有就算了啦。我换了，我放了。好，最后一次哦。欸、好，换吧，开换。等一下，嗯，欸，什么？你要找古粉是不是在这？我把全部换一换吗？欸，哈基，你是不是要20几张？刚刚好。啊？什么？你缺几张地图？小雨再换。哦。地图我看一下。哦，海洋探险家。对啊，1,2,3,4,5,6,7,8,9,10,11,12,15,16,17,17个。我这边有12张。7个。哎、欸，我记得有加油箱金。对，还有，那这个7×7是1,2,3,4。我怎么要7×7啦？神经病。这边有海洋的地图。哎呦，海洋的。对啊。22。他，我先留，然后可以再换零地符。可以五个玻璃瓶换一颗绿宝石。他只那个地图多少换？他1:1啊，小雨到他1:1。我这边是1:1。
哦，太名贵了，现在是五颗。因为他觉得那个，他知道卖，他觉得那个是好卖的，他就卖给你，他就涨价。所以是地宝石，是不是？海洋探险家，我记得他地图是不是都固定的同一张啊？我还要十二张，我不确定哎，我没再换这个。打开一样还是要很远。我之前的版本啊，他同一个商人卖的是同一张，现在版本我不知道。好，我很少去，没关系。他用萝卜去单机测试，是一颗绿宝石加一个罗盘换一张。你说地图啊，我去拿地图。我就拿给你换，来换。看一下时钟，有一个有趣的 bug， 点合成，开书本翻去时钟那页，可以看到时间，不用刻出来。跨博哦，他是说合成不是要拿下来吗？你不用拿下来，可以看到几点。哦、原来是这样。有人吗？还没。他在蹲你。你在等什么？等小雨。你是我等那个？等什么？明月拿罗盘换。哦。我来了。你换个两张。他现在很贵啊，晚一点再跟他换地图。我晚点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了，下次开伺服器了。哦，对啦，是啊，对，这也没差，就下次上来的时候再换就好了。No. 小雨，帮我换两颗，不然就是用玻璃片换啊，不然你上面那两个换经验太少了。换两个。哦，你要直接打开看那两个地图一不一样，是不是？我要看两张地图是不是同样的。哦。因为它上面会记得会写编号。嗯。啊，这样显示详细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可以想啊，不是，我不是要接撞 F 三加 H 吧、嗯？你是说这个吗 ？H 吗 ？H 详细资料。对，两张图是一样的。哇哦！嗯，老板退货。老板退货。老板，你这样骗钱呢？没事啊，那就冲着零地府地换吧。真的？哦，那我下礼拜我要来挖玻璃了。嗯，好了。耶、yeah, ！我要去看父母。这有了吗？嗯。他在等你的地图。哎、欸，好了，他现在可以。你还要几张啊？十二。哦，刚刚好，十二张卖完。感谢。啊，剩下就下次再慢慢弄。嗯。呼呼呼呼。要过一个时间段就会在那个了，就变便宜。对啊，等到没人想买的时候。嗯。他就哦，怎么办？又卖不出去了，再卖回来原来的价钱好了。所以越久不去买它，它的价格就会掉下。对啊。嗯。哦。像通常钻石、胸甲那些，就只有我会买嘛。像你们。这就是有一阵子也没叫我帮忙买了，我就没买。然后现在调回每个都一块钱。哦。然后上次是修补的话，我很久就没去买了，一样会掉。对啊，会掉。啊！耶！啊，干嘛？给他换地图？怎么了？我的妈！啊！拿到我回来一次地图。哦，你放箱子里面。怎么了？这两组钻石是谁的？两组钻石哪里？两组钻石。箱子哦，你那个是预，你任务还没完成呐、啊啊？对对对，先放着啦。啊，对，任务还没完成啊。啊，那是我刚放的啦。这样子、啊，那我拿来放着呢。哦。
啊没有，你学坏了。哎，不是你教的吗？哎，落马，你要把它全部都往上移那个、啊。然后就是家里还是在中间的位置吗？对，要往上移。对，不用不用，你旁边那个不用拆掉，就把大家左右左右不用拆啊，还不够。哦，你说皮革不够、啊？我家、啊，你都暗示这么明显了，那就找个皮匠啊，有没有？我家东西又不够，该怎么办？好希望有人可以。不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了。我刚刚这样看，以为小雨开创造哎、欸。没有。你猜在那杆杆上。我站在那杆杆。好、哦，开创造。哦。我把你打乱了，是不是？乱转。右键按个几根。真的。哇，你好高哦。真的，谢谢。你怎么飞不起来？哎，没办法。想到就伤心。二三四 ，OK， 然后再去。好啦，进到这边啦。差不多啦，休息啦。休息啦，时间超快，真的不知不觉。不是不知不觉。哎，休息休息休息。拜拜休息休息休息，拜拜拜。好啦，今天周四的轻松挖矿就到这边啦、啊，也没有什么主题啊，就只是开个挖挖的台，因为很多事情礼拜一大家都一起做，对啊，物资比较少在收集，那就决定开个挖矿的时间，因为、啊、这些金跟铁应该够用很久了。所以比较好做其他事情，我、哦、还好没事。哎、欸，没生苦力怕哎、欸，怎么会？哦，嗯，嗯，喂、哎，我射不准了啊！发生什么事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有高哦，那个吧，你的色在哪啦？哦，我听到声音了，等一下。看一下那边，等我一下下哦。我发现、睡觉，好睡觉。我想说你们应该是要睡觉，我才冲进来的。呵，睡觉，好躺着了，躺好了，躺着。哦，哇，坏了。我
今天下今天这样子下来，矿物就暂时不缺了。对啊，好开心哦。起床都会噔噔一声，噔噔噔噔，那个、啊、我弄的闹钟。哦，这个闹钟表示已经天亮了。哦，你是设一个那个感光器啊？对啊。没有在弄弄唱片机这个东西。哎、欸，你还要命名牌吗？要，因为杜鱼不那个中介蛮需要。欸，不用啦、啊、因为那个商人换得到了。哦，对、啊，因为我箱子里面好。哦，好啊。先拿给你。等我一下下。铁。好的。呵。欸，杰克，这个甘蔗机真的是很没效率，对不对？对啊。我们这样三个小时，加以前这样下来才一组半而已，太少了吧？他是不是啊？哇，他是不是因为前面没有做保护，他就直接喷下，然后自己消失了？喷太丑。对。他要帮他之后加个那个，加个玻璃挡住之类的。真的需要哎、欸，刚刚看好几个就掉在外面。嗯，下次礼拜一的时候再弄吧。反正我要去挖很多虾。我那边已经很多玻璃块，弄好了。嗯，这个我你下一次可以直接把它盖出来。我那边有在烧。壳啊，痛。这里到时候帮他稍微改一下了，甘蔗鸡把。修正大一点，把它整个扩建。嗯，因为甘蔗之后感觉上大家做纸做什么还都蛮会用到。对啊，把它无限升高。对，效率不好，你就把它扩高。对。感觉还好。死掉再招就好了。这也是雪地哦，这样子下次还要绕地图一整圈呢。对啊，哇哦，而且要算好啊，没算好就尴尬、啊。我觉得你可以先拿一张地图去看位置，然后离开那一个范围之后再开地图。对啊，你先去墙上對啊對啊對啊哦，翘翘哦，翘哦。养组钻石真的是也是很辛苦。嗯，这个钻石不好赚。嗯。换个鞋就差不多了。好，我去继续开，拜拜。好，拜拜。拜拜，好了，轻松生存开始，动物森友会开始咯。那个我要去别人家摸妹妹，我跟她讲一下。好了。来吧，更改标题，动物森友会。哎、欸，还好有跟我讲，他们已经开始先偷挖了，不然我还是不知道，就傻傻又在玩。然后你们怎么一直跑来我家，一直听到我想说就那就开着吧。
网络切断。小鱼密码多少？鱼在哪里啊？鱼？拜拜拜拜，要休息的晚安，我要继续玩这个了。摸一下哦，是密码还是好友啊？没人理我。OK， 我自己滚，我自己找，我自己找。注意，我家有流星雨加妹妹。右边沙滩菜价589，上机前说一下，到了也要说。离开也要说一下，地上话请跟阴阳指引啊，大概啊不是啊，我在找小鱼的啊，如果小鱼没有的，我去小鱼密码嘞，没看到哦，白痴哦，是这个，我想说羽毛指甲，好，等我一下哦。